油价的那个问题，所以是减少的、哦。不是改用太阳能了、啊。这个是将来的，可能是再生能源结合那个产业的发展这样子。好，那请问一下委员会，我们对渔业署的预算是不是要照案通过？来，没有意见，照列。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先从税出这个通案的部分是585到587，我们先不处理。那对不起，这第一幕吧？对，第一幕。等会没有啦，然后还是要一幕一幕处理哈。第一幕委员会是不是照列？照列哈。第二幕，哦，588案是不是照列？照列。第三幕，589到615案，615。第三幕，请问各位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列。第四幕的部分，来。请问各位委员会有没有意见？王惠美委员，请问意见。第616案，616到630，第四幕渔业署的部分。啊，渔港的进度嘞？渔港的进度，请说明。是，那这个啊，616是这，616是渔业多元化，那多元化里面就是有渔港建设。那渔港建设的部分，我们是整个来讲，它渔港建设大概有编了6亿的这个维修，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哎，维修还有那个老旧的整建。没有，我讲的是彰化渔港，哎。彰化渔港有编了2亿多。啊，做今年要做什么？你们总共6亿，彰化渔港占2亿哦。不是不是，那个彰化渔港它是另外的，它是一个大港的啊。彰化渔港它是有几期的那个预算。他的进度咧，超前还是落后？目前来讲的话，阮主委去看鱼缸，拢家己偷偷啊去看，还唔敢招阮当地立委去看，所以爱问看钱有乌白开无？无钱无乌白开，有无？就专工等我无地，才去你看，即看要安怎啦？那你开玩笑，你还当真？是那个。这种所在才凊彩开玩笑。没有，他现在没有用麦克风。啊。你用错去，你唔知，人要甲错去卖，你嘛唔知啊。好，进度咧，进度咧。请各报告进度。到目前总预算多少？今年的，就是说2015年的。这个渔港我已经看了20年了。对，那个2015年的进度是到10月是55%，这样子。好。无啦，啥物环境？啊，你也要走先走，不要紧，我来。你首长任的人，看你要哪台啊？来，请你们这个大陆地区的，我跟你讲，现在我直接讲616到630，请问各位委员表示意见。你妈卖很急，我不急啦。前面有这效率，这样对交税金的人很难那个的。渔业署的预算比去年少10亿，啊，为什么少10亿？政府是不是对渔业好？现在没有主权的，也没有渔权的，对不对？啊，人给你改税高，你都不听。我再来，我再来。油价便宜了，我再来。你再来，来。那616到630，请表示意见。来，徐委员。来，你们对于渔业，你们有什么新的那个？如果没有各位委员没有提案的话，我们开始处理啦。这奇怪，我在问呢。哦，来来。你急，我来替你主持嘛，不要紧啦。来来来。到了，我替你主持嘛，不要紧。请说。你的这个渔业管理，你们这些包括大陆地区的旅费干嘛？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是。国外旅费1400，大陆旅费将近快100万呢。80几万的。对呀、啊，将近快100万。主要就是说，有一些的，像我们跟大陆有签那个劳务的一个协议。他现在还理你们吗？还是有在交流啊，所以大概有1700多位的大陆移工在我们的盐境海，那每年大概会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好，那你那个另外委办费，渔业管理的委办费呢？渔业管理委办费主要就是说有一些像我们要透过县市，好，因为我们中央在一级的那个港有大概有9个。然后另外也有渔业的这个电台，那也要透过那个港的那个资讯的一个
收集，甚至于我们用油的这一种黄度都要透过地方，所以有一些是要委办给地方或是一些的那个团体这样子。所以比例上来讲的话，整个渔业管理的委办会是2亿多，那整个渔业管理的那个经费是23亿，是这样的。都委办给谁？委办给县市单位、县市政府这样。是委办给公家还是委办给私人？公家。公家就是因为有一些必须要请当地的来配合来做，像港的清洁这个就要当地的这个来帮忙这样子。好，请问各位，请说。另外，那个企业管理呢？企划管理，企划管理主要它有4000多万，它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资讯那个渔业资讯的联络，像证照的那个荷花要透过县市政府的连线，然后这个机房是设在那个渔业署的那个本部，所以它的经费不是很高，就是说企划里面有4000多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都是用在机房哦。不是渔业资讯啊，渔管系统的那个费用这样子。那你们这些所谓的远洋补助，说补助有吗？还是什么？远洋主要就是说，它的在那个远洋是3亿7000万，那主要就是说，比去年要增加的那个经费，是因为我们的黄牌的问题，有一些的管理必须要到国外，也必须要到港口去做检查，所以是它的经费是增加的。我们希望在明年能够把黄牌解除，是渔业管理。对。这个我可以报告一下啦，因为确实我们在 IUU 的部分，我们要去打击非法会很多，所以这个确实需要那个一方面是我们远洋渔业要改善，可是也必须要渔业署大力的管制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很积极的来推动。另外，你们那个什么养殖渔业的管理啊，重点在哪里？养殖渔业的整个的经费，它是一亿九千多万，那主要就是说用在保险，我知道，只要用在保险，就是人跟船的保险就占1亿多了，那其他能够用在养殖保险费了，还对那个船跟人，像平安保险就要花5000，那明年大概要6000万。针对所有的渔民还是有特定渔民？没有，所有的渔民。船呢？船也是所有的船。不过船好像遇到补助的有限吧。他是那个保会鼓励那个船去参加，你来申请他就对，是这样，有制度的啦。好，另外你那个远洋渔业的开发呢？远洋渔业开发主要是在那个中心，它是有8800万，其中有2条船就是延寿计划就占了5000多，我们有一个训练船，一个是行护船，然后其他的就是用在那个船员，比如说干部船员的训练回训，还有一些船你要当那个船员的时候要去接受那个求生灭火，有所谓的2天半跟2天的训练，那一年大概有6000个那个接受训练这样子。好，另外你那个休闲鱼休鱼奖励又是什么？休渔奖励主要是编了2亿哦，那以前就是我们用油的补贴是28%嘛，那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把它取消掉，希望就是鼓励沿近海的这些船的降低它的那个渔捞的那个努力，那海养近海的渔业资源，对，就是海养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出海要90天，休渔要90天，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就一点那个鼓励这样子。好，那个徐委员，请说明，请分，请那个渔业智库啊，是你们是用捐助给这个协会来做嘛？对，好，那这个渔业署我知道，对，601案呐，好，601案，啊，你们署里面没办法自己做吗？跟委员报告啊，那个确实那个远洋这一块的那个不管是船只或是说对外涉外性还有动态的管理，很多都必须要透过那个对外渔协这一部分来协助，那远洋组这边只有30几个，那经常性的这一种缺这个员额大概
光这一个组就要五六个人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必须要请他们帮忙。这个协会他自己没资源吗？一定要你们这个批钱，还是你们希望委托他做哪些特定的项目？其实跟委员报告，协会的那个他的那个是财团会，过去也是我们会里面去支持他这样来做这样子。好，董事长是，请问各位委员，张立善委员请发言。是我们副主委，副主委，谢谢主席啊。对，等一下，对不起哈。你先讲完。对不起，不，所以是副主委在兼董事长，这个协会的董事长。他是对，他就是说有一些渔业方面的这一方面。然后在下面再成立渔业智库，那你们再捐钱给他。这个智库哈，我想这是有一定的那个程序跟规范的，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涉外的那个公海。我现在担心的是说。副主委是董事长，你们捐助给他，按你怎么监督他？就很难监督啊。因为他的那个里面的董监事很多，就是那个一些团体的，还有那县市单位的那个派的所派出来，像高雄渔业局的局长，他就是海洋局的局长。这个我是不知道，这是常态吗？就是我们副主委去监这些？这个是成立以来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在做。对对对对。因为我是比较担心你们这样监督上会比较困难。是是。是对不起，张委员长，我再一提了哈，是就600，你们这个办理沿近海渔业资源保育区，这个是怎样？就跟其他渔民团体一起合作的吧？沿近海资源的保育哦，很多也必须要透过，像我们在马澳湾有一个示范区，那一定要有当地的这个巡守的，像跟当地的社区要结合在一起，他经常的要去看这个海。那这样子，所以你们这个经费是怎样？希望促成他们这些所谓志工啊、巡守队的成。这个是其实我们是有一些的东西是必须要有一些像区域的那种鱼苗等等的这些放流哈、哦。那这一部分也有县市政府的参与，也有那个必要的话，我们就是说当地的渔业团体也会参加这样子。对了，我的意思说，那你们这个经费的目标指标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清楚指标？经费的所谓的整个的花费是吧？对，花费你们目标最重要是用在哪些项目？比如说那像那个沿近海渔苗的一些放流，放流，哎，渔苗要放流，哈、嗯，这个有他们放流，还是你们来做？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团体来帮我们，招标在这些疫苗，然后要放流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协助单位，他去评哪一些的苗可以放，不可以放，来哈、哦，像这一类的这一。OK。好，不好意思啊，我想我刚刚比较慢到啊，但是呢，我针对596啊哈，也就是说我们渔业署了哈，参与这个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那在这个当中呢哈，我想东胜级16号。哦，你们所有的谈判当中呢，哈，针对我们东胜级16号的船东啊，付出的170万台币的赎金，哈、哦，到现在到底有什么下落？是到底是我们的船东要自己付呢，还是我们政府要帮他付呢？还是这笔钱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哈、哦，我想业署还是要表达意见嘛，要不然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去日本参加这个会议，到最后还是徒劳无功，没有任何对台湾有任何帮助。现在是这样子，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全国渔委先垫资，那我们在106的时候会把这170几万的台币，我们会这样子。这笔钱谁出？现在是公务预算出吗？是吗？渔民海难，它是渔民海难救助金。那为什么不跟日本拿回这个赎金呢？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一次我们去谈判的时候，困难啊、我们抱大腿都来不及了，还要跟他要钱。跟委员报告，这边咱去那个谈判的时候，咱有甲控伊，讲这条钱要提倒转来。啊，就是讲吼，即卖就是讲年底也是年初，咱有一个渔业工作小组，甲日本人过来讲。啊，讲了时，咱希望讲会当达成咱所爱的这个目标，安尼来做。好，那再来。好，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国家的尊严呢，一定要把这个赎金拿回来，要不然我想署长你也很清楚，就是我们的渔民去到那边，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是，几乎像条狗一样，用狗链链着他，我想这是有人性的尊严呢，还有我们台湾人民的尊严呢，那再来一点呢，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经济海域的划定，划定到底我们渔民现在要怎么出去，我们能够去哪里？
有没有渔船可以保护他们？你现在是渔船了，海巡呐、啊，海巡要保护他们、啊。是现在开始就有海巡了吗？是我们现在是吧？对呀、啊，是我们到那个冲之鸟。对呀、啊，对呀、啊，到冲之鸟，我们的经济海域是怎么划定啊？好啊，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来划定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的渔民都不要出去了吗？现在是这样子的，那个冲之鸟目前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始终就是认为说十二海里以外是一个公海的一个作业区域嘛。对。那现在跟日本在谈就是这样子嘛。嗯。那我们的渔民的那个作业的，它是有一个季节，好、哦，那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也跟海巡署这边呢，希望海巡署我们的渔船在哪里，它能够护渔到哪里，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海巡署同意吗？海巡署是这样，对，署长他曾经也对。那你们现在在海巡署在那个冲之鸟礁的这个区块，那到底固定有多在那边巡多久？渔汛期的时候，渔汛期的时候会去，对对对，渔汛期的时候会。好 ，OK。另外哦，最近呢、哦，我们看在网路那个网路跟那个 F 那个赖群组上面一直在 po 一两张非常可怕的画面哦，就是那个核岛那个爆炸之后，它那个海洋流啊，以前可能就是集中浓度在日本嘛哈、哦，那现在好像整个都往南。一直扩散出来，那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这个渔产啊，是影响到底有多大？我想我们有一个计划啦，就是说持续这样子在监测那个渔产品的问题啦。嗯，哦，这个我相信，我们这边的也在做。那因为现在有人在发动不吃拖罗、哎，不吃这些深海的鱼了哈、哦哎。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渔民去拉回来没有用啊。不会，这个我想我们会有一个监测，监测有一个监测计划。对，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在市面上所能够吃到的深层海鱼的部分都 OK 的吗？哎，都检测合格。就是说哈，其实有一些鱼，只有那一部分比较风险比较高的，应该是属于比较秋刀鱼啦，因为它是比较靠里面的啦。不过可是看它像，因为水会跟着洋流走嘛。嗯、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哦，水会跟着洋流走，那等于它的辐射的这个水是越扩越大片哦。是。那越扩越大片的状况之下，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哦。是。那现在到底所抓出来的这些鱼捞上来的东西，我们到底辐射的状况到什么程度？以目前来讲，检测是没有。那这一方面，我们来那个样本，我们再来增加来做。而且越大型的这个鱼。所累积的这个辐射应该是越多、哦欸，对不对？那台湾人爱吃的除了秋刀之外，鲑鱼啦、拖罗啦，什么这些嘞？有一些不是在北太平洋，有一些像我们的船，哪一些你讲一下，我买惊死，我今麦看回来我来惊嘞。因为哦，因为那个东西吃完都比较，所以我们最近在跑告别，是真的觉得血癌的比例真的是比较高哦。因为其实我们抓的尾鱼有70-80%都是也是销到这个日本是很多了，大木尾啊或者等等这一些哈、哦。那跟委员报告那个其他的哈、哦，像印度洋也好，大西洋它这个都有尾鱼的哦。那主要那个比较风险比较高是应该是在宜兰外海这些吗？那个北太平洋那个上面，对嘛，就宜兰外海这个区块，那个上面比较靠近他们的、啊、嘿。那其实他们的200海里，我们的船都不能进去啊。我们抓的一定是在那个比较外面的。我讲的不是只有它的那个区块啦。我知道水，你讲的是洋流。水是会一直动的嘛，整个洋流一直动的嘛。我知道那个是洋流的那个循环了、啊。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你们评估出来？哎，这个我们再来做，我们跟研究单位、跟试验单位再来做研究，好不好？好，我们跟试验单位我们再来做那个。OK， 来。那我要问的是哦，就从福岛之后，你们类似的研究或是资料收集都没有吗？就是这个事情很久了，有是有，对，有。好，我是说不一定是今年或明是要做，是说之前你们没有吗？有，一开始的时候都有。好，哎、那你应该提供给我们这些远洋渔民说那个状况是什么样子。好，可以。那相关的主角一写一下啦，来，请主委说明。这个3.11之后哈，我们东港。常年都在捕捞尾鱼，所以他们很紧张。那么我们农委局就是现在的林厂长，当时我们就特别
每一艘大型的这个黑尾上来，我们都亲自在那边侦测，啊，这几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问题的了，啊，以后不晓得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持续在监测中，啊，这样为报告。好，那个主委，哦，我想渔业署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了，嗯，现在包括我们像 IUU 认为我们还是一个不合作的一个，给我们寄出黄牌嘛，那到现在目前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是被列为被欧盟列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吗？是，那跟委员报告啊，主要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已经公布有远洋三法，啊，这个也承蒙那个我们立法院的委员的一些协助，我们也加速修法配合了，啊。对对对对，那非常感谢。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它有四个构面，有十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其中有五项是法的问题。那以目前来讲的话，不是说三个母法过了以后就那个，还要有母法底下要有十三个子法。那以目前的进度来讲，我这些子法的草案都出来了，也有那个英文的那个译本，这个东西我们也持续在跟欧盟这边做一个这个交换这一些意见。那我们是希望说，因为法是通过，但是真正的是在落实，包括我们港口的那个检测，我们也派人过去，像远洋渔船，你靠在那个国外要卸鱼的时候要去抽检，哦，这一些的工作，还有跟一些渔业国家，我们有二十个渔业国家，里面已经有十四个已经签了这一些协议，或是说一些的 MOU 等等。那这一些工作就是我们希望在明年的那个三四月的时候能够达到这样解除的一个目标，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在做最大的努力，这样子。好了，渔业署要加油了哈！但是面对我们什么索马利亚海盗的问题了，我想这个对我们渔民来讲，我们出去呢真的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就是说渔业署呢哈，真正也能够站在渔民的立场，有很多相关法令，包括在所有远洋渔业里面哈，我们的渔民出去如何受到保障。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去严拟啊，严拟如何保障我们渔民的权益，哦，跟我们所有应该是我们自己台湾人的尊严呐，啊，不要去到那边哈，被海盗随便就这样扣押。好，谢谢张委员，我们预算十六案到第2616到630，请委员提具体数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照案通过？哎，欸，我第一。第五九六案有啊，有提啊。我六一六，我现在处理六一六到六三零。没有，你刚刚讲的那都还没讲过嘞。六一六到六三零啊，有吗？每一个一项一项的问大家。我们还没坐下来，他就问过去了。你还没有进来，不是还没有坐下来？我们中午休息三十分钟，结果已经拖到了58分钟。好，来，我建议六一九，六一九，尊重黄伟哲的减列5%。六一九，有减列5%。来，各位委员，619减列5%，我是618嘛，减列20%，减列20%，那你要不要尊重，嗯，你要不要支持张立善的？有主席哈，有关于六了哈，六一八哈，还是你要坚持你的？我坚持，我坚持减，我坚持冻结了。喂，啊，冻二十。喂，主席，来，渔业署的对啊，渔业署本身的经费，咱都已经少啊，减10亿。是嘛？咱都在减嘛嘛，对不对？那我们渔民来讲，哎，我们海岸哦，我们的渔业，我们是需要渔业署啊，嗯，不论是工程，不论是研发，所以对在地来讲，我们是有这个需求啦。所以我想渔业署来了，给你动20，你有没有问题？我们是有需求啦，但是就是要提出一个完善对渔民有更妥善的一些规划。不要减啦，不要动，啊。我没有跟你减啦，啊，我要 动，啊要動啊，我们动连资的权利都没有吗？你讲话主席这边3%，这唔好讲减啦，系啦。哎，唔好讲减啦，迄个咧无钱啊，要跟他冻结啦，冻结哈，冻结减300，冻10%。是为什么而要冻结10%要讲？那你就是说明嘛，说明哈，好，比如说对云林县你的渔业有什么样的规划，哈，对这些渔民你会有什么措施？好，来协助他们，好，包括之前我们麦寮那边好所有的虱目鱼啊，还有那些好鱼类受到的一些威胁啊，好讲一下嘛，那个，提个报告给我们啦，啊，减300万就好，9亿2600万减300万，动一下来报告一下了，以那个619案。
是，要不然，要不然各位委员赶快表示意见。徐永明，有哈，现在那个风力发电啊，无论在彰化地区、云林地区设了很多风力发电，无论是离岸风电、路上哈、那个发风电呢、啊、哈，对渔民的。好，这些干扰还有他们本身的、哦、这个收益受到损害，这个要怎么讲？是，这个要是关于风力发电影响到渔民的权益有没有？影响最多应该是云林跟彰化。是，这个是 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以目前来讲，它是离岸风电，那离岸风电现在来讲就是主要是在那个苗栗有两座四万风机嘛。那个彰化也两座的四万风机，那将来的话，它可能第二、第三阶段会有一些规划。那如果是在我们的渔业权外跟渔业权内，本来渔业权就可以照那个我们的渔业法去做补偿，哦，去计算。那这个公示，农委会这边也在最近也要公告，因为也请那个各地渔会的代表，还有那个我们的轰场的都个别开过会了。开过会以后，这个公示是没有异议的，没有异议的，所以没有异议还没有异议，没异议啦，没异议啊，没有多少渔民参加。组长，我跟你讲哦，你是要站在渔民的立场哦，你不是站在是站在绝对站在渔民的立场。我业署一定是站在，你是渔业没有疑虑，不是经济部那个渔民骂得要死，怎么会没有疑虑？彰化本来要试做吧？对。补偿的部分 是大家同意这样的一个公式来做，那将来的话，这个就是说有一些回馈，那回馈的话是在经济部里面，他会去按照那个。所以你们现在要帮他法制化就对了。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绝对是站在那个，不是，我们绝对站在移民，包括将来他轰机射下去以后，可能我们会要求说，你的轰机的周围也要做成一个像一个郊区这样子，把它形成一个渔场，那可能。跟移民那边的沟通，就是说到轰击以后，可能也可以做钓的那个渔法，也可以做休闲的渔业，朝这个方向是共同的。你这样讲好呢，你即马叫人来投资，完全拢无这方面的规范，到时阵那边嘛爱叫，啊这边个做伪数息，到时阵是两边骂呢。渔民反弹是反弹你哦，我跟你讲。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主委他本身他也到那个。彰化去跟一些移民在做，下次去看要通知王惠美委员了、啊。不是、啊，会。我觉得你这边讲可能都比较乐观呐、啊。他那个影响评估，他对环境会有些影响啊。你想做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双赢啊，实际上有没有可行？你们有没有去考察过其他国外？有。上两个月就到英国去考察过。哦啊、他们都 是他们做得成吗？人员办的，人员办的，跟人员专家，还有一些。当地议会的领袖，他们也跟着去英国去看了一下。啊、另外，你们跟经济部有没有协调？因为经济部以后风力发电的规模，一定会有蛮大的、哦。如果他没有完成移民的那个同意的话，我这边是不会去把那个渔业权的这个东西去做撤销。所以他一定要跟你们这边，所以渔业权这边取得，对，才能够那个渔业权要同意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保这个9亿2600万，有一个冻结20%，冻结10%，那个、或3-300万。主席啊，主席，你这个推动渔业多元哦，经营建设计划，这是第五期哦。他这是爱台12建设，是106年度，他分支计划向下是9亿多。啊，那干咩个删？删了，其实只要写爱台都不用删就对了。不是，我们是、不是啦？这是在业主来讲，马英九前总统的爱台十二项建设里面的，对，是推动渔业多元经营建设计划。署长让你讲，应该不是委员讲的这样嘛？是那个，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因为渔业署是真捞起来，你看迄个中以上来看，每一行拢减钱，所以伊的额度是拢减。啊，其实你也想看，咱多元化计划。是干那所谓的资本门呐、啊，咱有全国有200几个港，吼、哦、啊，尤其咱中西部的港拢会盆刷，哦，譬如讲埔仔寮，也是讲迄个新店，一年拢爱足侪钱去啥去清迄个航道。在这边的话，云林嘉义彰化都用得到啦，嘿啦。这个是真严重，所以咱的公共设施诶，包括咱后摆咱的鱼市场。咱后摆，咱要阁推动讲吼，鱼会卖放喺涂骹，
这拢爱钱落去家鱼市场的建设，甲创好好势。吼、哦，这拢是你这批内底要处理的。哦，包括码头，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鱼市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养殖区的那个公共的排水，安尼交易了。你看安尼。所以，苏长，你的意思是说，你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口上吗？对对对，要用在刀口上，很重要吗？对，我希望就是一定要用在有效刀口上，而且这一些的设施跟这一些经费，不是讲安尼，是爱分年落去做的。好，那你把你要做的事情给我们了解，好不好？好，那提书面报告给书面的给本会好，给委员会知道。好，好，那2616-630第四目的部分。那现在除了这个在场除了书面的这么多案之外，在场有提说冻结20%、冻结10%或减列300万。减列300万吗？冻10%啦，做报告啦。懂我再来做报告啦。那就冻结您讲的10%，然后请他们做报告。啊，那到做书面报告。好了，听总召了，听我们总召讲。啊，我的冻结，我怕你刚刚不是支持我。我是15%，我就有提案的，现在看到了。对啊，我的有提案冻结5%。好了，冻结了，然后提供书面报告。好，提书面报告。不，他刚刚提到不？哎，那个主席，署长刚就有提到哈，这笔经费的话是资本门哦。所以资本门来讲的话，就是各个县市需要的建设。好，这个建设会牵涉它的执行率。所以，如果你跟他冻结来讲的话，等于是什么？等于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执行力就会执行不出来哦。你要冻结10%，就要提书面报告了。你要提专案报告就，你要提专案报告就不要冻结。对啊，你冻结，你这样怎么招标呢？他怎么不去下去呢？是资本门的问题。那你解冻到明年五月间的事了。资本门的问题啦，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延续性的预算啦，延续性的预算啊，拿那一点都可以来贡献哦。每一个县市来讲。我们都需要他补助下来，无论是粉刷啦，无论是鱼港的建设嘛，对不对？对啊，各有中华鱼港的啊。对啊。好，好，主席，那来，主席还有事哈。我现在请教一下，琉球渔会了渔业署是给他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团队嘛，对不对？对，你们也给他颁奖嘛，无论是他在保险、金融方面都非常棒嘛，包括地方的这些，无论是家政班呐、宣传各方面。你们都给他非常肯定了哈，那为什么中央跟地方是不同调的？这个渔会现在是被打为乙等，哎，那我不晓得说，署长哈，你对于这样一个非常配合中央政策的这个琉球渔会，你作何表达？是我跟委员报告，跟委员报告，他有提出申复哦，哎，这个是我们也正在进行了解，因为地方上他是主管单位啦。哦，那到底他是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们了解，琉球区渔会，因为渔会有各种，有所谓经济事业，有金融事业，像信用部啦等等。那确实，琉球的金融事业，它的信用部是很好，但是它没有那个市场或是服务事业，是在哪一方面的这个缺失？我想他已经跟那个地方已经在深户了。那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去了解。我想他一直以来都是优等生啦，哈，但是事情也出，也很敏感呐。也就是他来支援东胜级16号以后，哦，那所以呢，也是不是有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呢？哦，我们渔业署呢跟地方政府呢就给他打乙等。那请这个渔业署深入了解，提报告书面报告给本委员会，好不好？好，可以。来，廖委员，廖总召。我这个提案呢，事实上是要渔业署多关注东部的渔业发展，不管是渔港或渔场或闲置的这些渔业设施等等啦。所以冻结15%，我就是要知道你们到底对东部的配置资源如何，资源配置如何，所以不能用书面报告，一定要专案报告来。专案报告不要动那么多。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资源配置合理啊，没有重北轻南，没有重西轻东的时候，我们才让他解冻。好了，那我们就要冻结，当然要冻结那么多。冻结15%，对，15%差不多。买啦。
署长，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做嘛，什么时候把琉球区域会，你可不可以找个时间跟我说？不是，问题你委员会排，我先把它报告。不然你现在做，你对东部做了什么？你告诉我看看。是，跟委员。对嘛？好，我没有写的那么细，没有要那么细，我只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把东部看到嘛。有我最近东部的部分跟廖委员报告一下，渔业署是相当重要的，不是这么轻忽就可以过关的嘞。东部哈，东部最近的状况就是包括花莲鱼市场改建，我想那个花莲区域鱼市场的改，没有，这是最近的，最近还在盖。没有，就是他现在在打那个基础，就5000万了、啊，还有那个娱乐渔船的那护港。哦，不要跑。东部计划这边，还有护港那边，我们整个行政院也要投入第一期的工程经费就7亿多了，啊，第二期的经费6亿多，这是在行政院里面框的一个计划，因为渔业署其实。几十万年，那个港，我们也认为是说有需要去做，但是它是一个综合管，问高雄婆要提较济钱来，对啊，嘿啊，所以东部没有把它放弃啊，东部反而是走休闲观光的路线去走，那将来如果说是有一点产业结合休闲这样去发展，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要推动的目标。花莲的工作跟台东的工作，它列那么多重点了、啊，对，好不好？我有一个，无今仔你继续讲啊，你等你继续讲啊，我先讲我的啊。作为一个台湾没有渔港的南投县，我来讲，我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要做了，所以我觉得让他给您提专案报告，让我们冻结5%这样子，让他可以比较落实的去做地方建设，好吗？不可以，那就10%，冻结10%。书面报告，那来跟专程跟廖委员报告。我才第一次讲话嘞，没有，大家都尊重你，一天从早上到现在啊。不是，对啊，因为很多业务要做啊。从上午到现在来讲话，你看朝野大家专注。哎，刚好是我的案。哎，苏委员，这刚好提到我当。早上是早上，现在是现在是针对业务。廖委员，拜托了。没关系，我们现在听廖总招的那个嘛。好不好？少动一点啦。那就已经减少了、啊。不然他冻结就是他来解释或是报告就可以了、啊，不又不是三减。他这样子可能排到明年中以后啊，没差那个10%。资本没你敢动？嗯，5%就好了。你总额多少？你告诉我。总额9亿2啊，9亿2才四。哦，那这个不行，这个是，对，这个是工程，所以一定要事先就要去做。哦，你告诉我工程都在哪里？工程是吧？对，你说工程啊，这个9亿都要做哪里的？工程就是包括我跟委员报告，像那个财委会他们有去看那个围楼的，就是那个南湾澳的那个2拍3拍，这个也要急着要做。有一些码头它已经是涨潮的时候上来，这个也要做。哦，我想有几个那个，还有中部跟西部里面要疏淤的，这个经费也是要从这边出来的。渔港疏淤的。疏淤，那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整个。渔港哦，经常用的有170几个，那整个是224个，那每个县市政府都会跟渔业署这边请求协助，那有不等的，那如果财务好的县市我们就少一点，那财务困难的我们就高一点，都是从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来讲那个经费不多。像你绕了一圈都没有提到东部。东部有啦，东部计划里面都有，东部你那个护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新港的那个市场的那个卫生，那个所谓的它的那个什么那个卫生条件，它的那个拍卖市场，这个水的收集不能把那个废水流到海里，那大武的疏浚，它每次都是本刷，所以大概2年就要花几百万。所以像这样子的，我想我们会做一个也会很适度的这种分配啦，所以你放心啦，好不好？廖委员，你放心啦。你给你高钱啊？你是钱无济啦，7.5。渔业署这海洋国家渔业很重要。好了好了，
冻结那小数点舍去冻结七趴，七趴啦，怎么？我们无条件舍去法。好了，七点五了，七点五了哈，冻结七点五趴，那提书面报告后，然后再解冻。那特别跟廖委员来做说明。好，如果不说明，我们后来再处理哈。提书面报告哈。停了，署长要跟廖委员说明。是。好 ，OK。接下来提书面报告，对，然后接下来主决议的部分，渔业署，请说明631案631。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2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请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3，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634渔业署，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案通过。635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6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7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8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9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3640渔业署，请说明。廖委员的案子哦。遵照办理。遵照办理，遵照办理，也不给你办理个安怎？富冈渔港的灯塔，临时的灯塔已经好了。那个行政院也核了，那个包括他的那个富冈的那个提头要做了2亿多也框了。那现在就是那个县政府在发包这样子。好，去县政府发包哈。641号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42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43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44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45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46案渔业署请说明。646案，我们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提案的1234第四行这边哈，第四行这边我们建议渔业署延移，然后这个延役，然后把鱼到那个基金那边划掉，哦，就是鱼一个月内渔具保护渔民基金哦，这个文字把它修掉。那你有没有跟提案委员沟通了？有跟提案的那个委员沟通过了。沟通过了哈，你把修正文字送交主席台，我们来依照这个修正意见通过。是。647案，来，请。现在讲646呢？我知道了。我这边跳个对。你要过回642。这个九孔养殖场，我要求招委安排一次会刊。安排会刊。安排考察啦。考察了，好了。啊不。好了，本会期内哦。两个月内。本会期内。你到时候都干掉了，就没什么好看了。哦，对，不是。越早越好。两个啊，本会期内就是两个月内啊。两个月到一月中就结束了。什么？你开玩笑？两个月内啦，不然都干掉了，不要干掉了，那就两个月内了。我们磋商时间。好，磋商时间。647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照原提案通过。648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49案，渔业署请说明。649案这边我们有一些文字建议的那个修正哈。就是说，在那个第二行，并研议，我们说并研议带电保证基金之可行性，然后相关办法划掉这样子。有没有跟那个张委员？张委员在现场，你有没有跟他说？研议不行吗？你要去拟定这些这个可行性啊。研议啊，研议好像比较没有功能哎。没有，你跟议还是一样。议是议还是你出办法好不好？我们过去的用，啊、好，也你啦。那请问各位人有没有意见对这样的修正？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做照原提案通过。650案，渔业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51案，渔业署请说明。是，在这边我们是请求说，在那个倒数第二行这边，请农委会洽海巡署。
于两个月内规划公海，加两个字，规划公海常态性护渔计划，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这样子。好，等一下，等一下。651案就照案通过哈，修正照修正意见通过，但是649你要张立善委员。渔业署跟你恭贺啊，你够多、啊。没有，刚没有讲哦。刚刚他来讲的时候，我说啊，六四九，就是严议严你啊，带电保证金之相关办法嘛。这样好了，因为他们的文字哈、哦，并严议带电保证金之可行性。好啊，你要议改成你可行性是诶，有什么含混下没呀？啊，就跟你讲过啊，可行性好不好？好了，这是听你的。好了，就依照这个议改成你。好，六四九一改成你，那后面保证金之相关办法改成可行性。好，依照这个修正意见通过。那六五一之一，那个是昨天读过了，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原案通过。还有刚刚有一个六五一之二，没有，可刚刚三三三四。我们要处理，刚刚宣读过了，因为刚刚也征得原提案廖委员同意了哈。333-2，张立善、廖国栋、柯文吉的提案，刚刚已经跟提案委员讨论过了。那我们是不是依照修正意见通过？好，依照修正意见通过。好，那接下来651-2，请宣读。651-2，有鉴于日本福岛辐射外泄的辐射物，包括射一三四、射一三七和S90等该辐射物种的半衰期长达30年，为此因海啸造成的辐射污染已随着日本海域之洋流等造成鱼类辐射污染，为确保国人食安，要求渔业署应透过国际合作了解海洋核污染情形，监控国人食用之远洋或及相关近海鱼类被污染情形，向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王惠美等委员宣读完毕。来，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渔业署请说明。是，渔业署这个东西跟好我们之前好几案辅导相关案子，我们一并处理还是怎样？一并处理还是怎样？来做专案报告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写到色跟丝哦，还有一种叫做布。那种布是造原子弹的啦。欸，我跟你讲，布是28000多年呢、欸。但是核电厂里面，这是原子能委员会昨天才讲出来的、欸。布是武器级的原子弹、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知道有布、啊，可是布不是在这里布啊，是那个原子弹的啦。我知道啊，请那个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再来并同辅导，好不好？我们宣读过了，一起处理哈。好，接下来那个。房检局的部分，那渔业署针对那个651-2刚刚宣读过了，你赶快跟提案委员稍微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把那个辅导专案哈，都会好几个这个五六个案子一起做处理。房检局请说明，我们从652案到673案都是房检局的哈，那请说明。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房检局的局长黄泽昌。那房检局在106年的预算大概是18亿8000多万，比古年差不多给2000几万了。那这里面增加的最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就是全球的那个防疫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全球卫生安全方面，我们给2000几万的这里大概是研发的经费哈。那房检局基本上是一个技术行政单位，所以自己是没有试验研究机关，因此很多的配合政策所需要的一些科研计划，就是必须要委托相关的试验研究机关，那这个包括比如说家卫所啦、动科所啦，那各个试验改良场所啦，还有大专院校
啊，来执行这些科技的研究计划。那在652这个案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防疫检疫技术的研发啊，推动农业科技产业全球运筹，导入健康风险评估，还有全球卫生安全，这大部分都是现在我们政策所需要的这个科研计划。那为了确保动植物的健康还有人的安全，因为现在有这个家禽家畜产品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残留动物用药，还是有没有这个被一些这个病原菌感染。那因为这些科研的计划，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赶快能够让这个委办给这些试验研究机关啊，不要一拖到这个，有时候都拖到三五月，那这样的话对这个执行是不利的。所以，我是恳请委员能够支持，那不要帮我们冻结掉，因为这些的科研计划真的都是非常重要。好，那谢谢其他委员。其他委员的话，对这科研计划有没有意见？没有。好，谢谢。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照例通过。好，现在什么事啊？科研计划，因为你这种介重要的。652了，652案哈，如今啊，局长跟咱报告，跟上都很详细。哪个委员有没有意见 ？OK， 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例了，好不好？哈，好，过了。好，再是哪一案？接下来这个哈，653案哈，这个基本上嘛介重要哦，因为真侪这个扁丸棍哈，会经过咱的迄个，比如说。对不起啊，你们房检局不是从652到660啊，预算照列了。652已经照列了，过了。652到660，那现在661就好哈。661的话，我这边哈，没有啊。您现在是到哪里？660是不是？到660。你要让这会啦。那你刚没有，刚刚只有说652照列而已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讲656嘞，656啊。现在讲656。656嘿，针对来客多班，这个最主要是在做咱这个动物用药哈，对动物的健康，加这个伊伫这个动物内底衰退的情形哈，那希望能够做一个评估，那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哪些药物是应该要淘汰，那哪一些药物是可以变成动物的用药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最主要这个牵涉到这个动物的健康。还有消费者的健康安尼啦。那现在我们台湾猪应该是都没有用使用莱克多巴胺嘛？哈，没有吧？现在在畜产品方面哈，每一年检测大概30000个样本，不合格率多少个？那合格率几乎是100%，99.97%啦。今年到现在为止是99.97%，这三年来拢是差不多接近100%。那现在可不可以就是说哈，针对这个部分呢哈，我想主委也在这里了哈，就瘦肉精的美猪会进口吗？会用到这个预算吗？不会。就是不进口。这个进不进口，基本上不是农委会来主导的啦哈，我是跟他关动物用药。可能降息不进口的规划就对了。对，我们是管动物用药品，那目前莱克多巴胺是不可以用在动物上。只能够用在牛的饲料添加物。好，那弄个决议好了啦，就是说你们这笔预算绝对跟莱克多巴胺是没有关系的。好，652到660，我们照原页数通过。661案，661这里哈，我甲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风检局有四个分局，这四个分局哈，经常拢爱去迄个哈做迄个。输出入的检疫啦，比如讲咱中部有挂这个观赏植物要出去，咱的迄个兰花要外销，这拢爱去现场检疫。另外就是讲屠宰场的毒毒，真侪这个业务吼，好，拢必须要迄个使用。所以我们就照原列数哦，661业务费。感谢啦，感谢。662到673是第三幕，那请说明。这个哈，这个我做一个解说哈。咱这个植物防疫的业务哈，讲实在是迄个哈，千头万绪啦。因为咱植物的这个种类足多，
啊，病虫害嘛足多个，啊，真内底有牵涉到农药的这个管理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哦，当然是有的是那个吼，补、哦、助咱的地方政府咧做农药的管理一块吼、哦，啊，另外就是讲咱嘛加迄个每一个农业试验改良场所哦，啊，有咧设立这个，比如讲植物病虫害诊断服务站，啊，若发生病虫害的时候发警报。那必须要做所谓的这个共同防治的时候，也必须要做了哈。那农药管理的部分哈，因为阮抽了作业的，哦，抽了作业的，所以你只要有小夸哈，不合这个规格的时候，就变成是不合格。嗯。那以往的不合格率哈，确实是比较偏低哦。因为以往管制比较松散吗？哦，不是，因为检查的非常严格，即使有小小的缺陷，都列为不合格啦。比如讲，你的悬浮率啦，吼，你的水湿性啦，吼，啊，这若不合格，拢爱罚钱，啊，就是要哦，促进它能够提升它的品质。对，啊，到今年为止，吼，目前即马合格率已经提升到87%啦，吼，所以阮希望明年会当提升到90%左右安尼啦。可是你就是用很严格的方式来提，是是是。好，各位委员，请说明，请发言。我请问一下哈。现在也就是农药造伪造的这个情况严重吗？不严重。不严重吗？对。那针对劣药的管理，劣药的话哈，老实讲，劣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啦哈、嗯。第一个层次就是讲劣迄个成分不足、嗯，有效成分不足，这嘛劣药。嗯。啊，有的是因为你的物理化学性状不好，嘛算劣药啦哈、嗯。那劣药的话，基本上就是罚款。嗯，啊，无迄个刑事，没有刑事责任哈、嗯。啊，如果是胃药，就是讲你无许可证，迄就是胃药，嗯，那是要判刑。那我再请问一下，之前有一些剧毒的哈，剧、哦、毒的农药不是有特别管理吗？而且是说要给什么喷雾室，是不是？是。好、哦，那现在呢？剧毒农药的管理就是哦，第一类，大部分的剧毒农药拢已经禁掉了啦。哦，嗯、那现在少数留下来都有经过评估。但是你如果要卖剧毒农药的话，一定要登记你的身份证，哦，就是讲登记你到底要使用在什么范围内底哈。啊，平常在卖的时候一定要加锁。那以前没有办法很落实啦，但是阮最近哈、哦，就是全台湾哈、哦、同步进行这个查缉的动作哈、哦嗯。那么也跟产业团体充分的沟通，你一定要要求恁的会员把我做好搞。哦，免得引起社会上的疑虑啦。哦，对，那你知道现在因为那个老农民哈、哦，都年纪越来越大嘛哈，针对有一些草，它是很顽固的。对。如果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剧毒的这种药啊，比较强的啦，哦，它是没有办法啊、哦，就是没有办法把那个草哈、哦、斩草除根呐、啊。是。哈、哦，所以我想他们也有一些反应。有，最近刚刚有一个从南投那边来反映哈，就是供应地的地方来对哈，能够把那个固沙草延伸，可以让他们使用。那这个我可以答案就是在2个月之内就可以延伸给他们使用。那我要说明哈，沙草的效果跟毒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啦。你像讲泥泥村哦，泥泥村呢其实那个是低毒的啊，低毒农药啊。哦，那像那个固沙草，我现在要推荐给农民用，这个基本上嘛是解毒的农药，哦，所以它没有必然关系。我们担心的是怕拿来自杀啦，对不对？但是呢，最重要是要给农民也是要有比较能够啊使用上哈，针对一些比较顽固的草，还是可以来杀草就除草的啦。好，那刚才我讲的那个固沙草哈、哦，那个就是比较黑不遐老的掉了，所以抗药性。比较没有那么普遍啦，哎、欸，这个我来推荐吼，迄、那个农民、哦、茶园的农民可以使用。好，对，那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照案通过622到673，照原列数通过？好，那茶叶改不是这个房检局的部分那个通案的部分、欸、没有通案，那我们就通通就照。原列数通过，主决议的部分674案，请房检局请说明。这个我们照案办理，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案通过。675案，请说明。
也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六七六案，请说明。房检局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六七七案，房检局请说明。这个也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接下来请农经局。谢谢，感谢。好，谢谢。农经局请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农经局局长许维文报告。那个农经局呢总预算是3亿028万、哦、那比去年呢总共少列了504万，那就一般行政来讲、哦、一般行政来讲比去年多了387000，这最主要就是人员升等的自然的调整、哦、那另外呢那个农业金融业务的部分呢比去年少列了524万，那 最主要就是减列了那个监理系统的功能扩张57万、哦嗯、那另外也减列了那个农贷系统的升级，减列了771万以上报告、嗯嗯、好，我们开始处理。针对农经局的部分，678到680是第二幕的部分税出，那我们先处理第二幕，请各位表示意见。总共1059万吗？第二幕部分是1059万。好，3000元。然后请各位表示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张立善委员有没有意见？六七八没有，我们照没有意见，我们照列好不好？照原列数通过。然后第三幕的部分681到694，请说明690撤案哈。那个请说明，那个请示主席啊，681跟682都是属于教育训练的部分，能不能两岸一起讲？可以，是啊、哦，我在主持啦。是，那个681哈、哦，681的案子最主要、就是。681到690，我们同694，我们完全包成一个项目处理啦。老师有在说，你都没在听了、啊，别的已经这么多部门审查，你要看一下。请说明。基本上这样吧，681、687调整为主决议，然后我们其他的按照原编列通过，好不好？681跟687调整成主决议，好，请把主决议送过来。那是不是可以照其他照原列数通过？六八四要不要解释一下？684请说明。解释一下好不好？看看你现在农经局针对你的金融资讯，现在目前怎么做，好不好？那这一部分、哦、目前来讲。310家农渔会信用部总共有10套资讯系统是在外面，那这些完全没有办法整合嘛，哈。那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已经把这个系统公共系统已经建制完成了，在7月18号的时候，第一家农渔会已经上线了，到目前为止已经上线19家，那我们预计在年底的时候能够上线到30家，以后每年以80家的速度慢慢来整合，会整合成一套系统。以上报告就是共用的系统，是共通的系统，是共通的，好。那我们是不是681到694第三幕的部分？我们是不是照来高露、哦？你刚刚没举手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就是有关于那个农经第几案？682。682案，对，请说明。这个农业金融业务啊，这个有关于就是地方像基层从业人员训练，对，从业人员训练，他们其实光是一个贷款都讲不出来，像我们地方都常常发生这种事，那就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农经局在这边能够检讨。那我在这里想说，对于像这个教育的部分哦，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什么评鉴来处理？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职能的部分，你怎么样去做一个清楚的评鉴？因为他们刚刚讲，你刚刚讲说你都有编教育训练，可是刚高露委员讲说，哎、啊，这教育训练的成果很差，那个、跟好不好？可以提一个专案的报告或怎么样的改善？好、哦，跟高露委员报告，好不好？有沟通过，所以基本上不是要删，但是他要跟你好。那就这样子哈，我们是不是照原列数通过？681到694的部分照原列数通过。那但是各委员提出的这个部分哦，请跟个别委员说明。六八一跟687要以主决议处理哈、哦，
那改组决议，那请把那个主决议的条文我们来 做处理哈。啊，690撤案了，接下来处理主决议695农经局，请说明。那个这部分是说那个要检讨农信保的三节福利金的发放嘛，那基本上农信保呢，它是比照公股银行跟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的模式在发放。那公股银行跟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都是根据财政部的发放标准来发放的啦。那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那个容许说那个由我们来监督考来管理。建请啦，就改建请啦，好不好？建请就是建议你们。那你们到时候就跟委员说明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好不好？是就改依照就把那个原请改成建请哈。那我们依照修正意见通过。那696农经局请说明。来，农经局请说明696。那个696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697农经局请说明，遵照办理，我们请照原提案通过。698农经局说明，那这一题跟刚刚的是一样，我们遵照办理。遵照办理，那提案就建请嘛？是，啊，就建请，要求改建请哈。那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699案农经局请说明，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接下来农粮署，那个水保局。水保局刚刚那个 啊，哪一个？水保局的。刚刚不是有个主决议吗？我水保局很多意见的，水保局。过了。啊，过了哎，主我们要提主决议，等一下有主决议要跟你讨论了。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农粮署，你请等一下，沙改厂来了哈。沙改厂副站长，请上，因为他们那个很快。我们回过来处理茶改厂哦。茶改厂是511案。500多少？511，第三本的第一案，第三本的第一案。茶改厂因为刚刚厂长没来，副厂长没来，来个秘书来了。刚刚我说刚刚啦。好，对。哦，你不要急。然后所以说，刚刚陈明文委员非常。好，我们现在处理茶改厂，茶改厂是511到521哈，这是通案的部分跟那个第一幕跟第二幕的部分，好，我们一起处理。那税收的部分，请问各位委员提意见，请茶改厂说明有没有说明？那个跟各位委员各位报告哈，因为茶改厂负责全国的那个茶哈，我们有三个分厂，还有工作站。茶的在这边哦，茶的在这边，嘿。好，所以说南投茶，嘿，来赵伟，嘿，我是副站长，没关系，没关系，我站的刚刚完的。好，因为茶改厂是负责整个那个茶产业的哈，就是蛮多大的哈。那我们除了整个我们有三个分厂，还有一个工作站。好，那我们负责的那个以外，除了我们本岛之外，还有那个马祖连江县也多了一个茶产业。好，那我们因为这边茶是水在整个茶农业里面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经济产业，那农民也是非常需要这些茶改厂的这些的辅导，好，包括产业，包括产自销，好，尤其我们最近几年来以辅导移植的像红茶，还有我们现在的小叶种红茶，对农民的收益呢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刚刚讲说整个经费哈也没有说非常宽裕，但是我们负责总金额总预算金额多少，税出多少？我们现在是2亿1400万，这还含人事费。研究员多少人？我们是51人，然后其他的工有技工，技工嘿，71人。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茶改厂的预算有没有意见？那个冻结10%，好吧？来，这你人事费不能冻结人家，不是人事费了，业务费整目嘛，整目，整目就是整目啊。整个税出就包括人事费啊，你要从、你要处理第一幕、就是就那个茶改厂的全部冻结10%，业务费啦，那个关于委员，我们比106年度比106年度已经少了2000多万了，哎，少2000多万，哦，那个真的是再下去的话，我们对整个包括仁爱乡的哈，我们的这个茶产业真的是仁爱乡原乡呢，哎，是原乡非常重要的，包括阿里山乡，包括那个拉拉山富兴乡，还有新竹的，
哦，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先包括新竹。他的辅导原住民做红茶呢，很多呢。现在包括很宏伟，真的是我们很卖力的。那个、应该我们这、那个前面是怎么处理？还没处理吗？都处理了，因为刚刚他们厂长没来，所以我愤而。不是啊，就是。跟委员报告，不好意思哦，因为没有处理了。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也是刚刚早上去负不是、啊、不是我的问题，刚有其他的委员说你不尊重委员会，所以不处理了。好不好？那个着重一点嘛。好，真的很是冻结一点，冻结一点，然后提个书面报告。人家都要做原住民，你给人家动，穿不是了，回去报原住民地区，你到底是怎么做？哦。跟孔委员做专案报告。你们现在是跟农会还是跟什么合作的？都有，包括仁爱农会、阿里山农会，还有复兴乡农会，就直接的，还有到产销班去，包括我们这个阿里山做一些有机茶产业的部分，这些原乡部分我们都花了很多的人力，然后地方也是蛮大的，尤其原乡部分嘛，哈，孔委员你知道，副厂长，你专门要跟。孔委员跟廖委员不要忘了，总召在那边。好、你要跟特别报告原乡的那个茶产业的辅导。好，没问题，没问题，好不好？好，这位是副厂长，副厂长，那个什么邱副厂长，是什么厂长？茶叶改良厂。因为我们原乡孔委员，我们在那个茶仁爱湖，我们都提供资料了，提供资料，谢谢谢谢谢谢，提供资料，那我们就照原列数通过主决议，茶改厂主决议的部分。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照案办理哈？遵照办理。好 ，OK， 好，我们遵照办理，我们是遵照委员的办理。好，谢谢。茶改厂，谢谢。接下来农粮署。农粮署的署长陈署长。陈，我知道。可以啊。来，农粮署的部分哦，我们从700案开始哈。好，各位农粮署署长啊，陈建斌报告。那农粮署因为业务庞大哈，所以说我们经费比较庞大，所以没压阵啊。我们的总经费281亿啊，那有260亿是基金哈，那今天要审的就是公务预算。有21亿啊，哈，有21亿。那我们的预算是较去年而言，我们少了9亿4000万。那少了多少？我们700案开始9亿，少了九亿。对对，少的原因我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个计划是补助台中市政府，他要办那个花博啦。哦。那他的硬体都编在今年呐，105，那明年的硬体的需求就小了啊，后年会大。所以我们今天省了106，它就少了，少九亿，少九亿，就是因为台中市政府的那个，我跟你讲，少了。我们依照这个税出的目，来处理。那从700案，我们从先处理第一目的部分，包括700案的700案的一部分，跟701案到708案，来，请说明。农粮署，请说明。那个。主委，七百案哈，旁边没人啊。七百案这个委员有提到这个菜价涨破50亿呢，这个事实。不过我想，农民啊，跟农粮署的同仁，大家都有很努力了哈。事实上，今天跟委员报告，今天菜价已经回到合理价格范围了，今天39.2块了哈。所以事实上，大家都很努力了哈。这一点请委员特别支持哈，特别支持。那其他方面我想等一下我们有关农业科技哈，这个也请委员支持。我们这么庞大的经费里面呢，几乎啊农粮署的经费几乎直接要拨到农民身上的了哈。那但是这个有特别农委员有提到农业科技啊，农业科技是农粮署在规划，它的总经费大概有1亿4000多万了哈。那我们历年事实上同仁也都有很努力规划哈，我们有很多技术的移转哈。然后也很多专利的授权了哈。那农粮署做的那个科技计划跟改良厂跟农事所不太一样，我们做的是属于那种实用型的技术，就农民可以用的实用型技术了哈，包括很多耐热型的品种的改良哈等等哈。所以这一点呢，请委员支持了哈。那其他委员的好，那请问一下，那第一目各位委员请发言。那个减列5000万了。好，因为那个菜价这一次哈，这个我们总金额1亿4000万，农民现在都冻袂掉哎，
东北条，东北条，那个我们砍五千万好不好？你们第一幕总金额是1亿4千万，要减列5千万。1亿4千万减列那个5千万是太多了，因为育种这个科技研发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将来要育种出不怕寒害的，冻结10%，然后你们针对你们的育种，还有在这个极端气候之下抗寒、抗旱、抗雨，提出专案报告，好吧？好。主席啊，那个这次农粮署哈，我们这个菜价，这个造成这个我们这个整个人心惶惶，啊，那我们就不要减那么多了。就是象征性的哈，象征性的给你们一个警惕，好不好？象征性的警惕是多少？就是减个500万嘛哈，减列500万。我这边冻结了。哎，高露。我这边还是要提出哦，就是说有关于这个科技研发的部分哦，尤其是那个菜价的问题哦，或者是说这个数量的问题。等一下，高露，你刚刚才来的是不是？对。没有，他中午就来了。没有，我说你刚刚在吗？有。所以刚刚茶改厂的那个原住民原乡的那个茶叶改良的那个部分报告也要增加高露委员哈。好、okay ，谢谢。好，我这要提出来就是农情调查的部分哦。对于就是说我们不管是遇到这个风灾跟产销的预警哦，它很重要。可是呢，现在都是拿着地图，拿着什么？那你们的科技化在哪里哦？在国外。在国外都是用科技化，他随时随地都知道这个农情的状况。还有就是农情调查呢，也针对就是，有关于那个低利贷款啊相关的，对于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去符合这个农业生产成本，去计算公式项目，然后呢才能去做相关的，不管是贷款的。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如果你们这个都没有数位化，如果这个都没有跟上这个科技，我会觉得说你们难怪说你们过去不管是贷款或者是什么现金救助的补助，都跟10年前差不多，然后都是靠这种口头的检讨，没有用处。好，在这里我是要要求，就是针对于就是有关于这个农情调查确不确实的问题，是不是跟生产成本有落差的问题，还有效率可不可以及时反映菜价问题，提出检讨。好，这个部分的检讨报告，请提书面要跟那个高露委员特别 好报告。好，但是因为刚刚有提案，我们还是要必须处理哈。高委员说要减列500是吧？哪里？700到多少？700到708，洪委员要减列500万。那蔡委员是没有，蔡培慧委员是要冻结10%。好了，王惠来，洪委员500哦。洪委员刚刚有交代，用冻结就好了啦。那个报告人是不是可以不要动？因为这个真的很减500了，再动了。冻结，我们很乐意来说明啊。我再问一下，像你们那个什么那个作物的那个补助啊，在你们这边吗？你在问葡萄的代志对吧？对啦。我说明执行是我啦哈，但是迄个办法定是预算是编列在哪里？系统变就对啦。无啦，迄个无啦，我说明者，迄个补助办法是农委会辅导处伊在定啦哈，啊执行是我。迄个葡萄的代志就是当初迄葡萄一价9万嘛，迄9万的设计就是讲农民的成本一开始就算起来，所以补差不多20%，所以补伊9万嘛，啊因为这是连续采收性的物件嘛，啊那农民不过一年买2次救助会使。你的新长来种嘞，我农粮署去执行，我来给你认定这不同产区。迄个新长的话啦，啊，那不是新长，因为你这得给你设定，迄个是迄个什么规定，拢给算入去啊。我执行者啊，无利。不啦，啊，我执行者是安尼啊。无利，我感觉无利。是啊，这因为伊一分地，伊的成本是50万，对不？对。有状况，寒害或者怎么样才补助？对啦，包括在9万。政府设定的，就是9万，是差不多20%，约20%啦。这是政府咧补助农民的呢，不是全额的，就是20%，历年的设计就是20%。那是一座两座？规年通天啊，规年通天啊！啊，若讲农民有种新栽啊，啊，搁去有洪灾扫荡，那个啊、承认啦、啊。接下来你要规划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就不限那个了。来，苏世芬委，农业哦，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哦。都是拼命找补助的项目，要去补助农业，要去补助农民，因为没人要回去做农就对了。所以这个农业县，我们就基于农业县的立场的工人，这个农粮的科技研发，那怎么删呢？你怎么删？而且它整个 total 的预算，农粮水今年的话又少掉很多。
所以这边是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委员来讲，那农业的研发来共行，我们研发什么好的品种，也要去改善我们农业目前的现况，还有它的竞争力嘛。好，廖国栋委员先，然后接下来张立善委员。我同意苏委员讲的话了，但是他们的业绩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耶。农粮科技啊，农粮科技那么重要的台湾的资源，号称全球最好的这个农业科技，但是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耶。包括这个可能我们疏于说明啊，是不是给我们机会，我们来委员特别报告？我简单的随便问你一个问题，欧迪亚菜你敢不知？啊，欧迪亚菜，欧迪亚菜知啊？你有吃过吗？啊，我真卡短了，我妈拢煮欧迪亚麦花椒。你爱不爱吃？啊、喜欢啊，好吃啊。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这项菜啊？有吗？台东改良场有没有来？欧迪亚菜，啊，有。台东改良场来的时候，你还没来。欧利亚菜，嘿，那咱产的拢有那个，因为它是属于那个采集的那个蔬菜，因为它有季节的。对，哎，厂长，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没办法研究它？因为那是阿美族，为什么会洋川馆能够拿奥运亚军？哈，就是吃这欧利亚菜，你知道吗？我们你们有没有办法研究它，变成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廖委员，目前它还是有季节性的。我知道是有季节，那个研究啊，那农业科技，我们在谈，因为农业科技。好了，但是就等一下请台东农改场研究，台东农改场研究欧利亚彩跟洋船馆的关系。那署长，你们那个针对菜价的部分，一个有没有什么机制？菜价啦，有没有什么稳定的机制？有，怎么弄？有。我现在最重要的，等下你今天高丽菜又有状况啊？对啊，因为今年请不要离席哈，历史上第一次连续三号那个灌大水嘛，那个外面所以高丽菜拢叫扫去嘛哈，过来就扫去。我现在就是第一，我的滚动仓储，我要增加一倍。我本来千八栋了，我现在我已经筹备好，我明年都得准备加倍3600栋。所以到明年才会菜价稳定就对了。菜价已经稳定了，我都有报告啊。今天去一等啊，等啊39块，已经稳定等啊。我建议哦，现在就碰到风灾，我们仓储滚动仓储就过了，就今年的大门啦。我们现在的一些什么那个果菜市场哦，他们现在有民众在反映哦，就是说一天哦，价少几多款呐哈。啊，它会变动。现在外面的是没错。冲进来了，霸占一场，不是啊，他们是冲那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啦。好，我们要继续的，继续。好，我要请问一下署长啊，署长，我们讲就等我姐了，我被崩姐了。就是说这果菜市场，你们有没有什么电子化、电脑化？不是今天欢喜讲啊，你这组较大组来啊，这一斤菜，即马是50，确定啊讲卖了了，即马后壁来80、100安尼呢？可能一天价格。对，产销制度的原因是不是归农粮署啦？有啦，啊，拍卖的农粮署也有啊，台北1727啊个三中吼，啊，一般的果菜市场你们怎么去辅导？我们就是，所以我努力预算，我继续辅导。多几条，多几条。那个换一下，那个运销加工的，多几条。拍卖有啦。我那天听到一些那个青农啊，他们在讲啊，我觉得问题很大。有，继续的推广。台北做了介好，台北三中拢做好个啦。啊，即马就是往整个市场渐。啊，要看要担当时啊。真的有咧。啊，较多性命较担袂着。好不好？那个主席，我的意见是跟王惠美委员一样的。我提了这一本哦，1995年到现在啊，针对敏感性农产品运输价差的合理性分析，这是科技计划的哈。嗯。从1995年到现在多久了？到现在已经105年，十年了。十年，对，好。但是呢，你到现在目前为止了哈，也就是说，你的科技计划如果是有效率的了哈，那现在不会到目前为止，整个菜价还是没有办法维持稳定了。好，我想这个还是要好好检讨了哈。那再来呢，针对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的一个客观标准，刚刚王惠美委员有讲到，也就是葡萄哈，你说一年两次的收成。那我们的笋农是一年多次收成、哦、那甚至如果按照了客观标准，如果没有去修正的话，也就是说你一年多次的收成呢，到年尾哦，可能啊民众要自求多福哦。如果从9月以后的台风呢，大概以那个换算比例是1毛钱都没有办法补助了、哦、那但是我想
署长哈，刚刚是也很了解这种情况，我们要修改那个办法了，那个办法一定要提出来修正，要不然大家如果哈，因为公务人员嘛哈，就是依法行政嘛哈，就要这样子照文字来读的话，那我跟你讲，你就告诉农民，如果是九月份以后的。是孙阿伯呀啦，吼、哦，所以无论风灾地变，你拢无法度修行，啊，慢慢叫公所吼、哦、去回勘呐，吼、哦，这样子的话吼、哦，真的是没办法了哈、哦。所以我在这里也提出这两点，希望就说哈、哦，我们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的客户标准，一行我们来一起好 ，OK， 好，这个农业县的，哎，来你给他提，那个张立善你来提还是很对 对， 對，啊，有了署长有从善如流的啦，我再来你的一般行政呢，为什么编到七亿多？啊，报告人，这个请你这个。协助一下，啊、哦，因为农粮署的预算很紧，我们明年哈、欸，署长、哦，我们明年还有很那个滚动仓储，我还要扩大办理呢，不要帮我删了。署长，哎、欸，刚他在讲说一般行政编七亿多，要不要删掉？砍一成呢、啊？是要删哪一个项目？你知道吗？你那个，我跟你讲哈，你不删什么，就是说你这个七亿多减五百万，这样好不好？你自行调整啦，这样好不好？你五百、嗯，我说砍一成呢、欸，不要啦。啊各位、孔委员、黄委员，我诚实的讲啦，那个民生物资真的是要靠农粮署啦，然后面对极端气候的研发也要靠农粮署啦。坦白讲、哦，他们的钱已经，不是我咧搞的啦，我是做农的啦，因为我感觉今年的雨神已经比去年减足济啊，已经比去年减了多少？九亿，九亿了啦。减九，显然新政府对农粮署你好像都不太好哦。所以这个不让你发挥啊！嘿嘿，我觉得今年就不要减了，这好不好？好，少减一点。减的是花博嘛，是啊是啊，减的是花博。是是，那你的执行力也，你扣掉花博的部分，其他部分还是减啊？对啊。哦，要不要砍掉花博的？不要减那么多了，不要减那么多。好了，300哈。黄委员说300。好。我们250了，好不好？250、欸。我刚刚在问你说，你用哪个科目？你那个果菜市场的东西，你太久。不，啊，跟你讲是都位。外界打存五十万呢。哪一台、哦？你要用哪一台？哪一条钱要用？好了，我们七对王惠美。那他们说统包300啦，好不好？哈，就这样子了啦。我们要听孔文吉委员的建议。您刚刚说的嘛，对不对？我讲250，你讲300，好。你本来想500，后来调整为不要定了，300哈，减300。三亿了，300。税出哈，第一幕的部分哈，你能够辅导几个？没有啦，第一幕什么改组？等一下写个主决议了，主决议。那你这个要辅导几个？来，先请。700万到啊，你说。等一下啦，你2000多，你要辅导几个菜市场啦？果菜市场，讲啦。因为现在目前的第几案啦、啊？快点啦、啊，第几案啦、啊？问他在哪个科目，他不讲啊。农粮管理，所以农粮管理，对啊，就农粮管理里面。农粮管理在第三幕了，第三幕等一下处理了。700万到700万到708万减300科目自行调整。我们接下来处理第二幕709案。709案到709案一般行政7亿4492万4000元。那个孔委员，请说。709案是我的案哈。你们那个加班费跟不休假的加班费，占人事费2.94%了，这个比那个其他中央政府的加班费1.87%多了60%之多了。那农粮署是不是都有加班的习惯？那个报告委呢？那个还是行政效率不涨？不是报告委，因为哈一秋冬的时候那个台风很多呢。台湾说我的人全国是要加班的呢，别的单位没有这样哦，农粮署有这样哦，鸿泰啊，我的人要加班的呢，那个媒体的各官厅的那个速报是我哦，水保局、核酸局都要加班，是我们农粮署加什么班啊？农粮署加什么班？灾损啊，灾损是我统计的呢，我们所有灾损就会农粮署灾损的时候就会看农田，所以我们的人要用到加班的、哦、这个钱，那是他们要加班的，好不好？这个不要砍他了。好，709案就照原列数通过。710案开始哈，我们处理第三幕，因为第三幕很多，我们依照一项一项的来处理。哦、那第三幕第一项01，哦，710到712三个提案，总金额是多少？没关系，请各位委员发言。
我好来高路，我的是711哦。好，711其实想要注重的就是农业的这个图资建制服务系统，主要就是要落实，就是说如果建制的话，现在的建制是没有办法去呈现农地未做农用的问题。好，那还是回到刚刚所提到的，既然就是农委会其实有谈到就是图资结合农情调查，可是呢，现在如果你们拿出来你们的这个证，拿出来你们说的那个农情调查跟结合数位图资，我想你们应该也拿不出来，这里就是要去检讨。再来就是说，林真老师其实他自己也提到，过去是用人力进行传统的农情调查，但是长期来很多的这些闲置这个公所的人哦，都在做什么事情哦？勤劳的会拿图资出来，懒惰的就是随便画一画，这个要确实落实哦。那在这里哦，希望就是在检讨这个部分的时候能够继续落实。所以因此呢，提案冻结34万8000。提案冻结34万8000元整农情调查的业务期。没有，就是711案嘛，就是第三目的第一项。好了，那个这支持了，好，300多万而已，冻结吗？请苏委员说明。是这样子了哈，这个预算科目我们要冻结。那刚刚的话，委员也提到说，因为为什么要跟你冻结？但是呢，也希望委员也再提另外一个好不好？就是因为你怎么样说我们跟你冻结，那希望你怎么样，所以我们才启动嘛。对不对？再补一个主决议。嘿啦，所以我跟龚伟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比如讲的话，是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哦，就得以动之。苏委员，嘿，我们要有一个解冻条件的，就是希望你怎么，我就跟你解冻。对啦，啊，刚刚高路委员比我客气，我是冻结二分之一，我的原因非常的简单了，好了，支持了，署长必然。我把它讲完了。我觉得哈，农情调查，我以我真的去走过一遍，很多的时候。坦白讲，乡公所的人就是把拿出来抄一抄啦，然后走到外面看你这里是进环杯啊，是进丢啊，可是它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用 GPS 或者是手机可以很扎实的哈，所以我们才特别强调你应该跟那个时空资讯云落实智慧国土计划的那个农业图资整合啦，所以我建议哈要提检讨报告，书面的也可以，可是要把它要怎么改变的具体。好，那你就解冻的条件就是。是啦，那个。哎，洪委员，高路，那个刚才那个高路是那个谁，那个蔡委员，他刚才讲说冻结了，冻结三百多少？你是冻结334万8000？对啊，你们讲的差不多，你这样了，你也尊重他，冻结300多万，再来。好了，让高路委员能够，都可以，好，我们就照高路的数字，因为我觉得肯定他哈。哎，报告委员，关于刚才委员提到说这些图纸其实现在都在建制啦，是没有问题，早期不是啊，因为。国外都在做了，现在高路委员建制，高路委员你要对症下药，因为你讲的是就是农情调查，农情调查不是在711，农情调查在710的那个企划管理，企划管理啊，业务费，对啊，高路委员就农粮管理的企划管理一样啊，你们两个讲的不太一样，对啊，一个710是讲企划管理啦，一个是业务费的动，的全部啦，啊，一个是讲是。业务费啦，那我们就处理业务费。刚刚讲说尊重高路委员嘛，就是1339案里面没有高路委员的案呢，徐永明代提啊，因为他不是本会委员嘛，哦，啊，所以说1339案1000元冻结344万8000元，那请农粮署提出对于农情报告的改善检讨方案之后，哦，书面报告予以解冻，哦，这个好不好？必要哈 ，OK。就711案来冻结，照案通过。那解冻条件刚刚提了，哦，提了那个农情报告的那个检讨报告哈，那书面报告解冻。接下来712案开始是对不起，我们第一项已经处理完了哈，713案的第三目第二项713、714，请说明。对不起，主席，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因为711A案的总预算才1300多万，就冻结300多万，我觉得太多了，所以是不是回到8000多万里头冻结1/10，或者是？啊，可是书面报告就解冻了。对啊，书面报告就解冻，可是他们这样子对他们来讲还是太多了，这案子就没办法推了啊。那高路，你的想法，少冻点。
就全部冻结十分之一。本委员会在尊重你啊呢，你不是我们委员会的人呢。我知道这，但是可不可以就是也是要书面报告同意之后再冻结？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八七三五万里两千元里面来冻结三三四万八千元，那解冻条件一样，好不好？OK， 那还没啊，你后面的科还没，后面的零二零三还没看呢、啊。哪里？你现在是把整个 total 还是你整个 total？ 整个 total， 七零七一一跟七一二案这个零一项的部分冻结，哦，三三四万八千元，等到农粮署提出对于农情报告的改善方案后的书面报告后予以解冻。我们现在处理七一三案跟七一四案的零二啊项目，第三目的零二项啊，那总共有十一亿一七一零万元。这个在做什么？作物生产管理。怎么管？怎么管？一亿多才对。就一亿一千七一千。一亿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嘛，对对对对，对啊，啊叫做什么？然后问你按哪开的？一个好连开拢开啊，唔知啊。这个谁的？谁的开？其实我也是冻结二分之一呢，我继续再讲好了。这个是真的哦，我们那个原乡哦，原住民这边哦，那些特色产业哦，像是我们会被发展，然后我们组成那个农业技术团去辅导农民来种那个原乡特色的作物，效果如何？很好，因为目前我们有辅导，那成立那个红梨的产销班啊，一些小米啊、咖啡那些，我们都成立产销班，然后来辅导原住民朋友来。大牌呢？人家王惠美要问那么多，你要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都看不下去了呢。这条钱哦，只要我这哈，我搞为什么？这台湾内底个作物生产组哦，蔬菜、水果、花卉、杂粮哦，茶叶、农种啊，包括原乡做农种的这个内底，这个我内底，啊，这种落实全部要落实到农民身上去的，哎。怎么落实？是你们自己做，还是给乡镇公所，还是给农会啊？给三小班呐、啊？啊，都按哪补助？欢喜的补助？好啦，我有补助办法啦。补什么补助办法？有哦，你委员，我到事后再把补助办好哩。农民伊要爱住宅呀、啊，住宅起居拢总伫遮咧注意的呢，这条钱呀、啊，11000多啊。敢袂伤少？就是一亿啦，11亿1700万。1.1亿啦，蔬菜、水果、花卉啦，没有我说整个、啊、整个龙井来项目，错了啦，一亿多而已啦。啊，不，这人上台的啦，不是我台的啦。总共是3亿，还是总共是多少？1亿1700万呐、啊，多一个一啦，你看。1亿1000。小数点点错。1亿171万呐、啊。好了，21亿按通过了。这条拜托，这个这蔡培慧不坚持要动了，这条不农民了。好啦，这不农民呢。乡公不会使动的，补助都无一定爱，啊都无，对不？我们要尊重。委员，咱若讲爱讲正常的啦，袂使讲啥物袂使动的啦。对不？哦，尽量卖动。你会使讲，阮会使甲你听啦。啊，你袂使讲，叫阮袂使安怎的啦。我家己讲我，拜托啦，是原住民甲偏乡地区的啦，咱甲支持啦，吼吼。好啦，拜托。像你安尼，拜托我会使接受啦。继续。啊，谢谢。拜托啦，好，阿德照。第三目的零二部分哈，照原列数通过。第三目的零三部分，3亿3249万1000元。来，有各式各样的提案。这个是资材，农业资材管理，这个委员特别报告哈，这个资材部分哈，上重要，而且咱所有农产品的安全检验拢伫遮来开，这跟他检验的部分差不多开要一去啊。检验呐，资材管理叫检验哦。哎，对，包括农产品的安全检验，东姐进来。农药啦，来安全检验花多少？1亿，九千多万。对，将近1亿了，9000多万呢。9000多万，将近1亿。9000，9400。都在检查哪一些安全？是在稻田里面去检查，还是菜市场去检查，还是什么？报告委员哈，针对农产品安全管理这个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在做农药残留的一个抽验。这部分是针对上市前的这些农药啊，包括田间集货场，那你跟那个药毒所跟那个防检局，你们怎么管理的？怎么分工的？哪些是农药？以农药检验来说，药毒所检验哪一部分？防检局检验哪一部分？你们检验哪一部分？我
药毒所的部分是专门在做检验的这一个部分。那防检局是针对管理农药管理那一个部分。那你们在做的是农作物残留检验，农作物残留。就是已经到了超商吗？对，没有超商那已经上市了。上市前是在田间跟集货场。那这样清楚了吗？来。我要请问一下哈，上次我们那个营养午餐呢、啊，不是也出现说不应该在这个作物上面产生的农药残留，而造成大家恐慌嘛哈？甚至这次整个的菜价的调节，也因为进口的菜有些农药残留是不是在这个菜上面应该反映的？那结果呢？现在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制定一套标准，到底哪些菜、哪些农药残留是应该严格检验的？我们环检局、这个、局长应该在哈，这个我们有在努力。这个叫延伸使用，目前有在那个往前推进中。我这边补充哦，因为刚刚所提到这个最新的新闻是11月12号，五大超市哦，还有这个农产品含公告的剧毒农药。那你在这边哦，有一个部分是加强推动国产溯源农产品计划，这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针对消费者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生产的资讯跟那个有没有农药残留的这个检验。高露的意思是说，你们虽然是负责上市前检验，但是因为在超商被卫福部那边验出来，表示你们上市前检验有问题嘛？没错，因为不会在上市突然就被人家添加农药嘛。这个所以这个监测机制一定有问题、啊，有漏洞了。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哈，去年11月那个检出的剧毒农药，其实都没有超标啦，哦都没有超标。那里面哈有超标的大概都是合法的农药，但是比率没有那么高，所以那个是媒体，所以吃不死就对了。没事，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哎你要挖个残留容许量之下，残留容许量之下的啦，哎。那三个剧毒农药基本上都没有超标了，那么超标，它是用那个。你锅汤里面加一颗屎也加没戏啊！不啦，阿黑的那种评估鬼啊，定出来的残留容许量就是你每天都吃。你们的标准未免也太低了吧。不会啊，那个是全世界的标准啊。就是说你如果每天都吃那个量，基本上都没问题。我这边要解释哦，你们的这个检验的方式。田间采样，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田间采样，是人家把这个蔬菜送过去哦。这中间的过程还有一件事情，中间过程一定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你送过去可能会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地方，所谓就是你一公顷的有机等于3000公顷的有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是随机抽验，是对啊，刻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那个基层的检验机制一定要做好？来了，功效不彰，这个科目保留20%了。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抽验的机会，那個、我们要提出改善报告啊。那个由委员提案，具体提案3亿3249万的这个部分哈，就是也就是第三目的03农业资材管理的部分冻结20%。那还有没有其他委员？农损补助冻较少啦，5%，蔡培慧5%。啊，无咱怎么讲5%平均测10%好唔好？7.5%，无啦无啦，无够加少。我本来要25%哦。啊，无10%啦。10%好。啊，那针对这个第三目03的部分，农业资材管理的部分冻结10%，10%，提出改善报告，提出改善书面报告。好，再往下走。好，再那到本委员会后解冻。到本委员后就解冻了。到本委会給，啊，我们没看到嘞。啊，一定要给。啊，我们没同意嘞。分发各委员呐、啊，好不好？然后呢，委员有意见就不就有意见的话继续保留。我们继续提到，刚刚很多，不继续提到那个、啊，不然就送专案呢、啊。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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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好，提书面报告后，然后我们再会来再处理了哈。提书面报告后解冻，接下来第三目的04部分运销加工管理。729案到742案，农委会农粮署请说明。好，那个729哈，我们那个我们的729到742，总共4.6635亿元。对，那这里面主要的有几笔大的钱呢、啊、哈？那个我们那个台南的新化果菜市场哈，它要整建，所以里面已经有编的了哈，编了1.3亿嘛哈，还有。
我们有列一个那个物流中心，那个列了1亿了哈。在哪里？在细项里面。物流中心要在哪里？物流中心设在哪里？报告委员哈，目前因为农委会负责成立的那个台湾农业开发公司哈，已经要开始运作了。他将来要在全国各地哈，我们也现在在急着规划有哪些出口比较有可能的产品。我们现在在规划产地中，所以这个没有完全定案，设在哪里？这个目前在洽询中啦，还没有，但是有留了1亿。设在哪里？洽询中哦。对，因为我们现在在找客户。这个是要跟台北果菜市场对干的那一间了。报告委员，我这找出口的，不是要进口的。我物流中心一定设在三地，三地啊，也不出口啊。所以这个物流中心将来设在，我们老一亿的经费在这边来对。设在产地啦，你要我们的优势是哪一种产品？还在规划中。你都不知道是哪一种产品？你哪里在说？你就有底案，你要讲啊。有评选啦，有啊，红龙果就是一种啊。那红龙果啊，然后呢？啊，再来呢？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还要跟市场要对接嘛，哈。啊，那你怎么？你产品没有出来，那你预计一亿是要做多大？一亿哦。你到现在，我跟你讲，审预算之前，你跟我们这样讲，我实在不太能够接受，你知道吗？你来问我哈，因为这个目前在规划，还是在这里不方便讲。不方便，2到3处，我个人的有几个潜在的选址地点就对了。选址地点嘛，这不是核废料处理，所以我跟你推荐一个地方，坑你中南部的机会比较大了，因为这我看你现在所谓物资拢变去中南部啦。没关系啦，我跟你建议一个地方啦，彰化的那个中心点啦，那个74线的一个那个交流道口啦，就是之前我们县长要用那个焚化炉的那块补盐那块土地，好几甲很够用啦，真的。那那个王惠美提出补盐，他们可以同意，他们如果你是做农用，他们可以同意。请那个农粮署列入评选，好不好？谢谢。那个这样哈，来，孔委员。这样，那个你们编了4亿多哈，是做那个奖补助，好调节这个蔬果供需价格，调这个4亿多的奖补助，你们是怎么用？说明一下好吧？是怎么样？那奖补助的标准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这个大概4亿78万4千元哈。我们是这样规划的，一个是做我们那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个营运效能的一个计划，还有再来就是我们那个夏季蔬菜的一个滚动仓储这一个这个辅导，那另外也推动安全农产品加工体系的这个计划，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标准在哪里？然后是补助给哪些？我每一项批发市场，你说批发市场？对。批发市场的话，像我们新北那个现在四边头那边，他们有在整建啊。那未来我们也是会在这边也在协助他们。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新化啊，可能未来那个高雄那个果菜市场，他也要迁建。这些还有他花莲那边也有迁建、对，所以在他们整个整修上，我们这个批发市场的那个会在这边投资一些经费在协助他们，好了，那个冻结20%，然后把那个计划这个书面报告，好吧，先冻20%。来，429到742部分，我736了，来了，先冻20啊。好，主席，我先请问一下啊，张立善，也就是说哈，我们所有这些冷藏冷冻的蔬菜就是滚动式的嘛哈，那我们一年呢哈，我们大概就是要多少储藏多少才能够在供需平衡？报告你一直都维持多少万吨？近年来了，一年都是1800吨，但是在滚出的是讲出了之后要补哈，所以以今年来讲，我大概出了4200吨，但是外称试出吗？试出，这是。上个月前两个月到现在嘛，报纸不是每天在报吗？那我们现在全国储存量是多少？全国储存量对，满的话，满的话，我农民团体，民间的卖讲，农会团体大概5000到6000吨没问题啊。
五六千吨。那我们一天以2300万人、啊、一个人如果0.2公斤的这个蔬菜了、啊、那这样子的话需求量要多少？所以你这个只有大概储存只有两天的量而已呢。好，那也就是这次的台风啊，哈，台风当然你在复耕跟收成其实是有一段距离，再包括你所有储存的应该都是根茎类的，那根茎类的收成的时间更长，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因为冷藏冷冻本身呢，哈，这个量哈到底是不是要再做适度的调整？好，那这个量呢是不是啊、当然我也知道了，就是因为那个电线杆倒塌以后啦，包括冷藏冷冻也有一些受损啦，所以菜量就不够嘛、哦、所以我事实上我觉得说你们应该要把所有为什么调节失能要完全讲清楚，而不是栽赃转移、哦、这我想你们必须要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哎、是好不好？那个班委，所以好，没有错，我们要负起责任，所以明年这个计划请尽量不要动也不要删，因为我要扩大到3600吨、哦、我一定要动，这个要扩大啦，没啦，各位等到你地方选完再说什么，没啦、欸、这两件事情啦，这两件事情没有，蔬菜本存跟这个社会跟这个社会都在这个事业外里面啦、哦、啊，刚才这个张立善委员说的这个、哦欸、我刚才说的五六千人，那是农民团体，事实上民间还有很多，那不有凶还有很多啦、哦、这个大概不只有两天啦、哦、那台北农产公司我们一天它大概像最近都1400-1500吨了嘛、啊、这个是供应大台北区的量、啊、因此目前是应该是在正常的状态，但是明年为了不要重蹈覆辙，明年我们要把现在1800提到大幅到3600吨，所以这个会用到经费、啊、最好是不要动了、啊哎哎、没有删了，只是希望你在整个菜价调节里面要有效的一个计划，有但是给我一个书面的报告好不好？谢谢，有一定会。好，我这边是742、哦、有关于这个742是属于农粮管理这边有一个推动安全产品加工体系的计划、哦、那这里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地方都是小农青农跟原住民部落，可能它有很多的像酿造技术，可是呢到现在他没有办法、哦、做小规模的经营，那这个部分呢应该就是农粮这边你应该要提出一个就是辅导的措施 啊可以啊，我们有辅导农村酒庄，可是问题是你们连那个规模酿酒的基本规格然后怎么样去推动这个都没有办法，因为酿酒需要那个啊，需要财政部这边过啊，是没有错，对啊，啊你们这边都没有给他们一个基本的规格，我是不是怎么去谈？我是不是今天我去拜访高路立委，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计划。我在这里可以承诺，我们要协助，一定为我的原乡。我还是觉得说也要稍微动一下，会等到你们听好 ，OK，、啊、会啊，我就已经承诺你会啊，谢谢。哎，这个请高路委员支持啊。我建议啦，因为这个对小农还有酿造技术我也是非常关注，然后但是这只有892万，哎，如果再冻结太多，我们是不是要求这个农粮署长要跟这个高路委员或者是蔡培委员做一个蔡培委员你要面对面的沟通，不要冻结了，因为这个才892万，可是王惠美要冻结20%，我要整个科目冻20%，哎，记啊，4106，我现在背霸我们沟通好了，欸，他现在全部他整个四亿多，我动20%。他刚刚讲的那个就一亿多，我才动8000呢。哦，所以哎，你起码跟我背吧，我是第四亿我来对了。零四的部分啦，第三幕，然后零四运销加工管理。对，来苏委员，是这样子哈，农粮管理来讲的话，它有很多的任务啦。好，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一幕的话，运销加工管理。啊，这种所有的农事团体啦，那负责的基层，那负责三小班啦，负责合作协调啦。我们在讲一级加工啦，一级产业、二级产业、三级产业。那从一级要跳到二级，农民啦，工人兄弟一级是无谈啦，那就拢是咧硬忙的啦，硬忙一级二级。还有来讲的话，比如讲的话，它有滚动蔬菜的仓储，这来讲都是迫在眉睫，就是在解决现况啦，在解决现况的问题。所以是感觉讲老是惊恁做袂好啦，是惊讲互恁钱伤少啦。所以这条意思不是讲钱伤济，是讲惊恁做袂好啊，要求恁做好安尼啦。我觉得重点关键点是在这边啦。啊，无你讲的时候，农业的医生的时候，谢谢。农业的医生哪有济？农业医生哪有济？农业医生来讲，可能经过来讲，可能是曹主委做的不够，来得快啦。
谢谢。对啊，谢谢县长的了解。我吼地方吼，迄合作社啊，什么弄的，要买一个什么拖拉机，要拢是这条的支出呢。真的，所以组长我支持啦。哦，各地方要爱钱，拢是条的支出呢。动20%啦，拜托啦，选拜托。我跟你讲，你刚刚讲选址一亿多嘛，对不对？无啦，迄一亿要两三位的，你慢慢甲动下者。对不？啊，你就提出报告之后，大家来看嘛。动较少的啦，拜托啦。当较少的啦。我咧，啊你不紧等啊我。未来这个我配合苏迪芬委员的意见哈。你要动偌济？免动。免动哦。啊，卖啦，卖动啦，不要讲啦。你是迄个科棒呢？你是仓鼠，伊在烤肉，阮无要动你伊在烤肉呢。全台湾的农民团体，什么三小帮，拢在烤一条吃清。啊，我唔是烤一条呢，我唔是甲你动一条呢。是啦，你四个话拢总伫内底呢。哎啦，你这拢总包括伫内底呢。啊，委员不能动预算就对了。会使啦，啊，我讲动较少啦。10%，啊，上个卖讲啊。10%，选址之后再行解冻。啊，别选址的啦，这么满。就选址之后让你，不是啦，啊，你没有选址，你花什么钱呐、啊，署长？你那一亿多在干什么、啊？好好的去规划王惠美委员要的，好、哦，而且没有，我只要求选址啊，选址之后的那个东西拿出来，我就给你解冻，这样不对哦。你，哎、欸，你们这些委员在看预算，实在很莫名其妙呢，完全不知道在哪里钱就给人家。哎、欸，啊，报告员，因为哈选址第一呢，报告员选址哈，哎，有迄个呢。爱有官僚呢，哦，我反对啊！买了，哎、欸，王惠美，来了，拜托你了。买了，讲一下，讲了等等就讲啊。这对基层的农业都影响太大。买了。影响大，非常大。买了。这是你的公报。主席，那个我刚才前面就讲说减500万了。今天他刚刚讲那个选址三个地方是1亿多。嗯、连地方都不知道，我跟他保存起来，保留起来，告诉他说选址出来给他解冻，这样有问题，这样会影响到农民的。没有，哎呦，你为忙啊，你做完了清明的啦。选址出来自动解冻吗？署长，你本来就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一家农场公司选址在哪边，对不对？你不可能去跨过主委嘛，你也不可能跨过这个农场公司嘛，人家这农场公司有他们的董监事会议的，妈说话干嘛的？开什么玩笑？那个新的农行政官员，你要有你的分寸啊！新的农场公司有他们决定选址的，选址谁负责选址？没有，这个我如果这样哈、哦、讲到这边，我是不是跟各位报告清楚一点？那个一亿元哈、哦，如果没有妥当的选址哈、哦，我们有预备用途，因为高雄果菜市场要用到这个钱。对啦，那你就大家希望说你们能够选好嘛。所以那个选址我刚才跟王惠美委员选好选满，然后就可以那个嘛。规划不见得会确定，如果都不理想，那一笔钱不会浪费。高雄果菜公司要签纸要用这笔钱，哦，是不是请委员支持一下？劝他。奖补助费是1亿多，酌减一点了，好不好？其他都不要多。那么这一幕让。好。那四亿多就是他的选址的部分呢、啊，奖补助啊，动下一幕，不是奖补助就是要奖补助给合作社长产销班嘛，啊，跟农民嘛，你知道吗？对了，好了好了，那就 这是一个我们的那就减300好不好？奖补助费，好，不是我现在讲的是，奖补助是给弱势的团体，哎，今天不是什么财团呢，今天是农委会的预算呢，拜托，农民给农民的，好了。第三幕总金额。好了，第三幕好了，拜托了，我们都要处理。好了，尊重那个苏委员跟张立善委员意见了哈。04的部分哈，我们就照原列数通过。05的部分，743744的部分是05的部分，是总共几百万、啊。来，有两个案子哈，一个170万冻结42，一个是424冻减列50。来，一般事务费。这边743的，我这里本来是要跟这个图资结合啦，既然都已经，因为这个图资要结合，也要结合农田秋块调查。啊，他已经说要给你、那個。对，我现在要补充的就是我这边撤案了。对，好，撤案。
那七四四，请说明，要不然就撤案了。好，撤案，撤案，那就照原列数。好，那我们刚刚有高路委员，我们一起处理。我们刚刚有几个哈，六八九案，六八九案的主决议哈，高路委员把它改成主决议了哈。那改主决议，我们就依照那个主决议通过。好，你今天来嘉宾住这里呢。好，好，好。七一零，蔡培慧的案子哈，本来是预算处理预算改主决议。好，那请问这两个案子改主决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那宣读的部分是哪个要宣读？七六一之一跟七六一之二。七六一之一跟七六一之二，请宣读。还有之三。七六一之三，还有六九九之一。六九九之一，106年度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验局重要设施计划中农业科技研究发展五导入健康风险评估科技预算共计编列2339,999,000元，为避免政府预算替输入肉类产品之安全，不是更正一下，共编列23399,000元。目前虽未规划进口含瘦肉精之美国猪肉，为避免政府预算替输入肉类产品之安全背书，建请该项预算不得进行关于瘦肉精相关动物之实验研究。提案人张运善委员等人第761-1案，为避免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因天然灾害造成农业重大损失，为确实照顾农民、保护农业，仍要求农委会针对农产品之产销，尤其以敏感性农产品的部分，与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以及对救助项目生产成本之认计，农委会应通盘检视现行办法及措施，并将检讨报告送立法院经理委员会。提案人黄伟哲等委员第761-2案，有鉴于农民看天吃饭，每逢天灾可能造成农民重大损失，只是梅基台风造成云林地区重大农损达10余亿元，农民欲哭无泪，温网室几乎全毁，所在多有云林古坑斗南地区之竹笋受灾严重，只受制于只考量产量为唯一因素，缺乏考量田区受灾实况，导致农损补助作业停摆。原要求农委会农粮署应修正天然灾害救助办法与标准，至从宽从速完成农损补助。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761-3。有鉴于农委会农粮署欲新建蔬果运输中心，却始终苦无场所，考量蔬菜产地以及运输地利位置，原提案建请农委会优先考量原彰化盐埔火葬场用址，使原本之农地得以作为农业相关发展之用，并有效发挥蔬果运输备储调配之功能。提案人王惠美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我们提案都已经宣读了，不过主席要做一个刊物哦。刚刚秘书所宣读的699-1案，因为它不属于农粮署，它是属于房检局的，所以改列为677-1案。我们677-1案，我们先处理房检局。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农粮署的主决议。农粮署的主决议，请问745案农粮署，请说明。哎，阿丽，主决议745，遵照办理啦，快点啦。你们农粮署在干什么？对不起，745，慢慢来，没有关系。刚刚你们的幕僚，刚刚不是先请你们说先去沟通了吗？不是745，对不起啊，745这个是蔡培文说要做九米，对不对？对。啊，但是九米哈，这按农委会哈，可能农事首跟各试验改良场才比较办法哦。九米哈，台湾几乎没有，知道日本就有九米，很多很发达。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生产太多的米嘛，我们只有吃给人吃的，没有去做酒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同样我们有这么多的稻作，你总是要找到一些出路啊。那就研议可行性好不好？就是研议可行性啊。同意。敬请农粮署一个，那于三个月内，就敬请农粮署研议九米什么什么什么。好，谢谢。我们就用刚才委员支持的科技机构，我们提出专案报告。好了，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好，依修正意见通过。好，没有，还叫研议啊？我们叫按你。好，那746继续，七十六、七十五，照就是加个研议哈。好，遵照办理啊。
遵照办理哈，照修正意见哦。746案，农粮署请说明。746跟同意啊，哎，好，遵照办理哈，我们照原提案通过。遵照办理，747案农粮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提案通过。748案农粮署请说明。748遵照办理，遵照办理，请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49案农粮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50农粮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51农粮署请说明。751刚才跟廖国栋委员有沟通了哈，因为这个清真食品的规范呢，台湾回教清真税它已经有完整的规范，而且其他穆斯林国家也承认。所以他愿意撤案吗？不是撤案，他后面那个。最后几句话，原要求农粮署三个月内拟具台湾清真食品认证规范，那一句话拿掉了。那好，就拟具，拟具要农粮署清真食品，那所以三个月内协助台湾推展了。对，那就三个月内也不用吗？因为推展不是推展三个月而已啊。本来就在推展，本来就在推展，那本来就在推展就留着，我们总召不在呢。原请那个总召他有一个修正的版本哈。原请农委会加强宣导，以吸引更多的穆斯林观光客，就是把那个原始那段话一直删删删删删删到协助台湾推展清真食品删掉，哦，那就原请农委会加强宣导，以吸引更多穆斯林观光客，是，好不好？啊，谢谢。我们一修正意见通过。752案农粮署请说明，遵照办理，我们依照原提案通过。753案农粮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54案农粮署请说明。754这个人力问题，因为计划是，对啊，计划是跟辅导就是研究农业人力的来源嘛，这个是不是请修正一下？怎么修正啊？不然就把农粮署改为农委会就好了。农粮署个，哇，你的命令主委呢？没啦，拜托主委啊，因为这个不是农粮署可以处理。是，所以本来就在做嘛，啊，所以把农粮署改为农委会。好，谢谢啊。好，能采取好，那我们就依照修正意见通过755案农粮署说明。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56。遵照办理说明。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57农粮署说明。那757哈，刚才也跟廖文有说明哈。因为我们这个 APP 系统是给公职人员用的啦，不是给民众用的啦，所以廖委员跟他说明之后，他也了解了，所以我们原来后段下段就最后一段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都删掉。对，就是请加强对民众宣导，确实保障民众食安权益。好，改成这样子，我们依照修正意见通过。758案农粮署请说明。758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59农粮署说明，遵照办理，请照，我们就照原提案通过。760农粮署说明，遵照办理，照原提案通过。761案农粮署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照原提案通过。刚刚761之一，我们有宣读过了，全部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61之二农粮署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761之三农粮署请说明，762之三遵照办理。761之三，这个是我手上的变的是762之三改为761之三，因为那个依据那个所负责的部分。761之三农粮署遵照办理，761之三遵照办理，我们照原提案通过。好，剩下就是处理保留的深水区了啊。好，谢谢委员。来，我们保留的提案175案，来，我们乡民哈，我们还是尽量沟通，求得大家最大公约数。如果这些保留的提案哦通不过的话，我们时间到，我们就主席就不处理，就保留送院会，交给院会处理哈。因为院会还是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那为了避免说这一两天大家那么辛苦，700多案的这个提案都已经处理完毕，不要为了这几个保留案变成整个都开花。所以呢，我主席在此宣告，就175案、177案、204案、229案、229之五、229之八、651之二。哦，这个部分如果处理不完或没有共识，我们就保留送院会。还有226的部分也是一样哈。
啊，因为226他们说又要表决过了，可是因为他们要提修正意见嘛，啊，所以我们还是到院会再处理嘛，对吧？但是226案依照体制已经过了，那你要再修正，就加上立法加文字，要到院会，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处理表留案，然后我们从175开始。好，那我来宣读。报告委员会，175案经协商后修正为：我国目前正与日本冲之鸟谈判之际，再次提醒农委会做好保护我国渔民权益的把关。谢谢啊。在每次渔业谈判过程及结果，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让国人能清楚农委会善尽职责，保护我国渔民权益。以上宣读完毕。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修正通过。好，对不起，175案没有意见，我们按修正通过。接下来177案，请宣读。177目前。有，这是他要改的哈。那个他改这么多，啊，那我们不要，不同意哈。那个委员，报告委员，那177案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修改为，就是农委会急于推动日本核灾哒哒哒哒哒，然后到那个黑心食品的后面呢，我们希望把现今民进党才执政数个月，点点点到。那个同时又将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放在何处这个部分删掉，然后最后面呢，我们希望就是那个我们主张那个地方，希望能够改成我们主张农委会会同卫福部在未能确保我国人饮食安全之前，应持续管制福岛周边县市之食品进口。好，那个请问我先表述一下，我们廖总召说不改。不要改这么多字了。对，谁是廖总召？廖国栋啊。哦，你不知道我们廖总召是哪一位啊？对不起，请问国际处有跟廖委员做过说明跟沟通吗？没有，我不同意他改。好，委员不同意他改。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先保留，我们先处理。然后我希望国际处继续跟廖委员沟通。好，204案，请宣读。报告委员会，204部分协商如下，在倒数第二行的部分修正为：原要求农委会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坚守含莱克，原要求农委会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坚守对含莱剂美国猪肉绝不开放之立场。宣读完毕。好，204案。有没有意见？没有，那我们就照修正通过。接下来请宣读229之5案。嗯，那个报告委员，就是229之5，因为哈，这里提到说那个司法互助，那不是农委会的权责。然后另外呢，那个就是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的进口呢，也不是农委会的权责，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案能够撤案。你之前不跟委员讲好，你自己跑来这边，啊，没有，我跟你讲，开什么玩笑？他只是叙述说台日之间没有司法互助机制，这只是描述，他连描述都不可以啊，哦！现在目前的情况就这样子啊。你对不对？我建议你还是跟提案委再说明，这个案先保留。共结了。你刚刚讲怎么讲？我听不懂，你再讲一下。二九之五，嘿。就是这个，因为日本福岛临近五台的食品输台，它不是农委会的权责。没错啊。然后第二个，日本的那个什么，跟日本达成司法互助的这个业务，也不是农委会的业务。啊，没错，啊。那其实这个业务在那个卫环也有讨论过，他们后来是表决没有通过。那我们是希望他能撤案。怎么会不是农委会的权责？
了解，怎么不是农委会的权责呢？不准呢，主委，我们副主委就是担任食安办公室的副执行长嘛，也是发言人呐、啊，而且举双手说，哦，保证绝对百分之百安全，我觉得他负责哎、欸，怎么会不负责嘞？而且他还说通不过的话，他要下台、欸。是权责上哈、哦，今天我们权责上农委会、哦、还有卫福部食安办公室都要负权责。这个是主决议嘞，你主决议是要这个单位去执行的嘞。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主决议这个业务不是那个农委会业管的啊，他是卫福部啊，所以你这个主决议是无效的啊，只是他提供善意的提供给你说这个我们不要在这里做成这个决议而已啊。主决议跟临时提案不一样。哎呀，所以你这铁件都不好。艺术家呢呀？哎、啊，以前都没有后果。就是有法律效益，要不然怎么现在这里提出决议？提了没用，我们还干嘛提呀、啊？不是啊，啊，你都啊，以前都不是业管业务啊，你是甲提这吼，要怎啊？这对你来讲无效。保留啦，保留啦。这无无，不是啊，这不是保留问题，这你讲。没有那红球，农委会本来的现在我都不爱跟你主张我们农民的权利呀、啊。用麦讲讲，你搁跟你讲麦讲，你。袂啦，我拢听有啦，听有啦。好啦，啊，保留到院会啦。好，那我们就保留了229。主席，十八。主席，其实这个案子的话，农委会是要检讨。有时候的话，不是自己的自己大会里面的业务的话，卖跳到第一线。不是，他是食安办的成员之一啦。那食安办是另外一个单位，不是农委会的啊。不是，我不晓得农委会怎么会没有、哎、我还是没有负责任呢、欸？我建议还是主委，你把它完整说明一下哈，这样子因为有录音了，这样不要。我们食安办它的组成，卫福部、农委会还有园农会啊等，所以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陈吉仲也都是用食安办的一个。成员去发言，但是外界总是以正式的职务农委会代表农委会，所以他被误解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业管单位、业办单位来执行这个业务，才不会推脱了。好，我希望我们建议229案之主委，如果他不是农委会副主委，食安办会安排他有任何职务吗？这第一点、哦、第二点，农委会绝对不是橡皮图章、哦、不是去那边食安办公室就坐在那边干什么？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吗？而且他都站在第一线做保证的，怎么可以跟农委会没有关系呢？我这样讲了，因为每个成员有多重身份，譬如说陈委员他也是民进党的中常委，但是他不能够在这里讲民进党中常委的话，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如果说农委会副主委是食安办的成员没错，可是食安办我们要要求食安办是总其成，我们要求行政院，所以要在行政院的层次来提案了哈。那所以说我们建议好了，保留了，好保留，我们就229至5、229至8都一并保留，好不好？两岸都保留都是。哎、欸，我可以多讲一句话吗？请。也就陈吉仲讲说，放宽日本食品管制政策是他定的，好不能执行，他就要下台。那你看他权力有多大？怎么可以说是跟农委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好，除非他卸职嘛，对不对？好，谢谢。我现在谈的是农委农那个陈吉仲的话。农委会就是因为他是农委会副主委。那我们现在建立说，你这主决议是要交代。农委会要去做，啊，因为以前怎么些业管业务啦，啊，所以要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告全国的人民，跟全国人民讲说哈，这次日本核战事跟农委会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好了太过敷衍了。好，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刚刚讨论的229至5、229至8，我们保留送院会，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是651至2案，651至2，好，请宣读。不过这也是一样了，我觉得应该也是会保留到院会。渔业署请说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建议说，渔业署应会同相关机关监控国人捕捞。我们的渔船如果是到那边去抓这一些，就是那个北海的地方呢，远洋的或是相关渔业污染情形，用监测国人捕捞。远洋及相关近海一类被污染情形，
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意思就是说那个生产端的这个部分我们来做监控，这样子监测这样子。我们有应该透过国际合作了解海洋辐射污染情形，这是我们的重点吗？那这个可能要那个，可能那个人员会那边，可能他这个前者会那个污染跟那个是他们的。651-2，如果要做国际合作的话，可能是原能会的职责啦。那可以会同啊，哎呀，会同相关机关可以啊。我会同是说，因为我们捕捞的那一块，可能我会有像试验单位的船，我们之前在做也是试验单位的船要去那个渔区那边去看，哦，这个是一个，所以那个署长哈，有很多责任哈，是可以合纵连横，大家一起来哈讨论协助的，不是你一个人要担的。那我做这个主决议呢，最主要呢是你可以会同相关单位，这个我认同了哈，可以增加这几个字啦，哈，会同相关单位透过国际合作，好，我想这个本来就是要跟其他国家要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啦，好，对不对？相关单位，哦，那我针对两位渔业署跟张委员的哈，做一个这个补充啦哈，要求渔业署会同相关单位，透过国际合作了解海洋辐射兼了解。对不起，了解海洋辐射污染，监测国人食用之远洋及相关近海渔业被污染情形，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吗？好，可以。好，是否有被污染情形，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了，好了，不是，好了，这个。OK， 好，谢谢曹主委。那 OK， 那我们就通过此案。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协商，那我们请上台宣读所有的协商结论。宣读后，我们再嘿。请宣读，不，你宣读，他改了，紧的呀。你不要去关心。来，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首先就昨天的五个保留案。处理情形如下：175案修正通过，177案保留送院会，204案修正通过，229案之五及229案之八均保留送院会。另外宣读农委会林务局部分税务部分230案预算照列，231案至241案预算照列。242案至246案预算照列，247案至254案预算照列，255案至259案含新增255之1案预算照列，260案及第261案均改为决议案后通过，262案至264案预算照列。265案至273案并案处理，冻结林业发展、林地管理与森林保护1/10，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274案至280案含278之1新增提案，处理如下：林业发展后植森林资源部分冻结1/10，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281案至293案及新增第293之1案预算照列，294案
至296万，预算照列。297案至307案，包含305次议案，预算照列。但是在其他冻结案进行专案报告时，将发展森林油气与环境教育推动列入专案报告。另外308、308之1及第309案并案处理，通过冻结4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主决议部分，310案照案通过，311案修正通过，倒数最后一行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修正为提出书面报告后通过。312案、313案，一直到317案均照案通过。318案修正通过，要求林务局于1个月内修正为3个月内修正后通过。319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最后一段话，原要求林务局于原住民族土地之划分办法受限制所生之损失之补偿办法等文字后通过。320案照案通过，321案照案通过，322案修正通过，要求农委会林务局于1个月修正为3个月后修正通过。323案修正通过，倒数第二行当中，应至少需达40%以上，修正为应逐年提高后修正通过。324案修正通过，修正为第二段话全文修正为原住民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有其独特之文化与专业，除原住民族委员会就原住民族生物多样性的资料进行整理及国土资讯系统建立原住民社经资料之外，林务局为保全原住民族传统生物多样性知识，已规划收集原住民传统知识资料，后续建议持续透过开放资料方式丰富资料，并保存原住民族传统文化后修正通过。325案修正通过，倒数第二行当中1个月修正为3个月后通过。326案、327案均照案通过。328案修正通过，修正为1个月内修正为3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报告。329案修正通过，修正为林务局应依森林法第48条之一第一项第七款其他收入规定修正林务局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相关规定，并针对原住民地区林班地内珍贵林木之处分所得，应提拨一定比例回馈金专款专用，作为原住民地区部落发展林业之用，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这是多少？330案照案通过，331案修正通过，修正为最后一行于1个月修正为3个月后修正通过。332案修正通过，1个月修正为2个月，2个月内向立法院等等之后，其程检讨修正为书面报告。333案1个月内也一样修正为3个月，另外其程检讨一样修正为书面报告后通过。331之1照案通过，333之2修正通过，修正为为最后一段，为避免原住民相关经费受到排挤挪移，原要求行政院未来编列进法补偿回馈经费时，不得再从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拨补该经费，所需裁员应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建请行政院召集财主单位筹酌之应，修正后通过。另外农委会水土保持局部分税入部分，334案照案通过，增列10%。税出部分，335
至351案并案处理，通过第343案改减列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他提案预算照列。345案至351案预算照列，352案至360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361案至366案预算照列，367案预算照列，368案至392案并案处理。处理情形如下：通过第373案改冻结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另外第389案改成决议案后通过，其他提案预算照列。393案至404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405案至408案预算照列，增加决议案后通过，增加决议案一案后通过。409案预算照列。410案主决议部分410案修正通过，在倒数第二行专案报告修正为书面报告。411案、412案均照案通过，413案修正通过。最后原提案要求部分修正为原提案建请后修正通过，414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最后一句修正为原请水保局强化土石流监测工作以减少生命财产损失，修正后通过。415案、416案、417一直到420案均照案通过，421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六行开始，虽已有权责划分，但仍请依专业及能力研议是否有调整必要，以确保国土保安，修正后通过。422案照案通过，423案照案通过，424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倒数第四行当中，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加速农路改善计划执行，以保障原住民族等等，照原提案内容通过。425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倒数第二行当中，水土保持局加强整体性自山防灾及气候变迁下大规模崩塌防减灾工作，避免坡地崩塌灾害，保障山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修正后通过。426案修正通过，426案修正为最后一句话于一个月内删除之后，改为强化土石流防灾与监测工作以减少生命财产损失，修正后通过。427案修正通过，修正为最后一句话，原请水保局加强于学校及社区推广，同时发放图卡，以利教师教学宣导及一般民众认识土石流，以提高防灾意识，修正后通过。428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倒数第二行当中，农委会争取下一期106至109年农路延续计划，修正后通过。429案修正通过，倒数第二行当中修正为原要求水土保持局持续加强水库集水区保育以延续水库寿命，修正后通过。430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三行原要求水土保持局持续加强治水防灾以降低崩塌面积，修正后通过。农委会农业试验所部分税出部分，431案总税出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432案至445案预算照列，446案预算照列，447案主决议部分修正通过，修正为
应尽速研议推广前增列，建请农委会应尽速研议推广修正后通过。农委会林业试验所部分税出部分448案至453案均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454案修正通过，倒数第二行专案报告修改为书面报告后通过。农委会水产试验所部分455案至464案预算均照列。主决议部分465案及第466案均照案通过。农委会畜产试验所部分税入部分467案预算照列，税出部分468案至474案预算均照列。农委会家畜卫生试验所部分475案至485案预算均照列。农委会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部分税出部分486案至499案预算均照列，499之1决议案照案通过。税入部分500案，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税入部分500案照案通过。税出照案通过，增列为2,035,000元。税出部分501案预算，税出部分501案至510案预算均照列。另外就农委会茶叶改良场部分，税出部分511案至521案预算均照列，主决议部分522案照案通过。农委会种苗改良繁殖场部分，税出部分523案至531案均预算均照列，税出部分农委会桃园区农业改良场532案。至538案预算均照列，主决议539案照案通过。农委会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税入部分540案，增列7万元，改列为25万元，税出部分541案至548案预算均照列。农委会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税出部分549案至558案并案处理，预算均照列。农委会台南区农业改良场税出部分559案至565案并案处理，预算均照列。农委会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税出部分566案至576案预算均照列。农委会花莲区农业改良场税出部分577案至583案预算均照列。农委会台东区农业改良场税出部分584案撤案预算照列。农委会渔业署及所属税出部分585案至587案预算照列，588案预算照列，589案至615万并案处理，预算照列，616万。至630案并案处理，处理情形如下：以622案当中改冻结7.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其余提案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631案、632案、633案、634案，一直到645案均照案通过，646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在倒数第5行当中，原要求农业委员会渔业署研议如期在公海发生他国枪扣我国渔船之情势，由政府或民间团体先行代垫相关保证金款项，之后再透过国与国之间协议取回相关款项之可行性，借此保护渔民的权益，修正后通过。647案、648案均照案通过，649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倒数第二行当中，并研议代垫保证金之可行性，以保障我国渔民之权益，修正后通过。650案照案通过，651案修正通过。修正为
倒数第二行当中，请农委会洽海巡署于二个月内规划公海长滩性护鱼计划，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修正后通过。651案照案通过，651-2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在倒数第四行当中，要求渔业署会同相关机关，透过国际合作了解海洋是否有辐射污染情形，监测国人食用之等等以后，专案报告修改为书面报告后修正通过。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验局及所属部分税出部分652案至660案预算均照列，661案预算照列，662案至673案预算均照列。主决议部分674案、675案、676案、677及新增第677-1案均照案通过。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金融局税出部分678至680案预算均照列，681案至694案处理情形如下：681案改决议后通过，687案改决议后通过，689案改决议后通过，其余提案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695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二行原请农委会是原建请，修正为建请后修正通过，696案、697案均照案通过，698案修正通过，原提案要求农经局要求修正为建请后修正通过，699案照案通过。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税出部分700案至708案，减列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709案预算照列，710案至第712案处理情形如下：冻结农粮管理企划管理8735万2000元当中的334万8000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另外710案改成决议案后通过。713案至714案预算照列，715案至728案并案处理。农粮管理农业资材管理部分冻结1/10，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729案至742案预算照列，743案及第744案撤案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745案。修正通过，增列建请延议，修正后通过。746案至750案均照案通过，751案修正通过，修正为最后第三行整句修正为原请农委会加强宣导，以吸引更多的穆斯林观光客，修正后通过。752案、753案照案通过，754案修正通过。倒数第二行，请农粮署修正为请农委会修正后通过。755案照案通过，756案照案通过，757案修正通过。修正为最后一段话。请加强，就是第二段话整个修正为请加强对民众宣导，确实保障民众食安权益，修正后通过。758案、759案、760案及第761案、761-1案、761-2案及第761-3案均照案通过。以上全部协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现在那个协商确认宣读完毕了哈，请问各位同仁有委员提修正动议的部分，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均照列。请问有没有无异议？无异议，那就通过。
本次会议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那么，农委会及所属机关收支预算审查完竣，正式别随同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本会负责审查之公务预算均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会诊。本会审查结果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说明。我们本会审查结果需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不需要。我们保留案就是送院会啊。好，所以本会审查结果除了这个我们保留的部分，我们要送交党团协商，那么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说明，所列议程处理完毕，散会。